阿弥陀佛，各位朋友，各位菩萨，各位同学，大家午安，阿弥陀佛，少造业，多念佛，阿弥陀佛。我们继续看这个《礼记·注疏》上一次没完成的地方。那再来就是我要先更正一个刚刚断句，我在做时间轴才发现，其实我们是有错的，就是这里，我也已经写了一个暗语了对，就这里。不是这样。对，那这个还没有改我们刚刚是这样断，可是我后来发现，夫礼者，今天因为本我们就卡在什么词性抓错嘛，第七招所以都不听话，我也不听话，所以你只要听话，你也会马上就超越我，干就变成树干了嘛。那我这个是什么？什么问题？对不对？我把这个"本"当成名词，很明显，人伦之根本，其所起，其当主词，对不对？代名词"礼"代"礼"嘛，"礼"所起在天地未分之前。好，OK，那你看我刷新以后，现在改成怎么样？你看。惊天地，礼人伦，福，哎呀，礼这样的东西是经纬天地的，整理人伦的，维系人伦关系的，所以经理都是动词。我们一开始也这样读，所以跟你们讲经理这样来。本其所起，你看这里逗号，我原来那样是连读，在天地未分之前，你看这个这样句法就四平八稳，因为这个本是什么词性？动词，所以你看本动词就也。追究理一样，这个代名词，可是这时候不是主词，刚刚也是抓到代名词是理，可是追究这个理起源的地方，所起就起源的地方或起源的原因、起源的时间。那这个后面因为是天地未分之前是时间的前，所以知道这里带的是这个时间啊。追究理起源的时间点。是在是就省略了，在有出来嘛？天地未分之前所以这个才是对的啦！这个才是，所以我不是光我，你们会错，我也会错的都一样。所以教各位九阳神功十全大补丸，就是不藏私还被你们这样耻笑。所以你看自己看我上一集这个错了，还自己还觉得对。刚刚你也看到原来是那样段嘛，都录了，对不对？不是唬你的。所以要注意那个，所以我就简单扼要的虽然我这样按本，免得后人就读不懂关键就在这，本读成了不是动词性，那也读不懂，因为本第一个感觉以为是根本嘛，人伦的根本，我就卡在这，忘记本也可以当动词。那本做动词的时候，在小词典，我们一般这个词典它都不讲的，我们说寻根究本嘛，就是这个本的意思。那像国语词典里头，它是不会讲，对不对？我们说追根究本，寻根究本，它跟究放在一起读。那到这时候，只是用本没有用究，那当然它就是究的意思，追究那个本源。可你这里读成名词，就像我刚刚那样，就会出错。你看，一本出众，它这个动词只有这样。可是如果你用大一点的词典呢，那应该就是有追究的意思。现在这个图好像它现在还没有恢复，我们只能，这个还没恢复吧？哎，恢复了，好，还好。这名词不用看名词根本我们刚刚就卡在名词嘛，哎，所以跟各位讲对不对？先抓动词。一而再，再而三，再三犯同样的事我们就不如颜回嘛。对，这两边一起看事物的起源跟人接近了，可是这个是的起源，所以它还是当名词用。然后本由初也，当初，对不对？那它这里并没有转成动词，接下来原有固有的，这变成本质是形容词，从名词转形容词，又转成动词用。副词原来本来的都没有，这量词当然不用，我们是要看动词。依据当然不是一本初中刚刚的本，
看到没有？哎，先臂肚堕其心是本其重，相对位置有相对位置啊。这个肚一是动词，本当然就懂，本其气量，视其锐气更是相对位置的动词。追究察究，追究它的根本，观察它的本来面目，根本看到没有？现在还有找主持掌握，为什么本有主持掌握？因为抓住了根本要害嘛。这都是表格原理，看它的字义怎么样，像一个表格大家庭这样衍生出去，派生出去，看到没有啊？阿弥陀佛，所以完成无常是实境秀，真的秀给你看。那你看我们的综艺节目，实境秀给你看什么？一个人吃泡面啊，生活那拉拉杂杂的干什么？哎，我就想到用在教学上，让你们知道这个人国文程度那么好，那么厉害是怎么来的，他怎么读。你看有几个人会这样给你，可是我们这里有问题哦，帮他整一下。他这个就是怎么样那个，哎，哎，应该已经给他弄了。可是那个还没有更新，应该已经给他弄了。为什么还有这个八层的？啊，应该是 OK 的，对吗？这个没了嘛，这个是旧的嘛，还有，那下一页，因为这个我已经给它挂起来了嘛，这个柱给它挂起来了，是，这些不用了。嗯，阿弥陀佛，扯一下麦克。哎，对不起，十二十三，要下一页变上一页。我擦，我看。擦，看我刚刚那个没有啊。阿弥陀，那不管了啊，这个给后人去整了。哦，为什么会这样？下一页嘛，上一页是我们刚刚区里页无不进，这个很重要。啊，导航。言若是安定时，很重要，区里页无安民哉。对啊，这到底是出错出在哪里？还是搞不清楚。因为他有时候有上挂号没有下挂号，就会出那个问题，其他就不管。好，我们继续这里啊、哦。那先订正，在第二个闲话，可是我不想一开始讲，因为有些人只看前面，讲怕我有些学生会这样，没关系，就看。刚刚提到。证明了什么呢？你看这个女的，果然只是为了来爱的嘛？还有什么？所以我说她只听到她的呻吟声啊，还有什么？这我们点到为止了，你对到前一期就知道我们在讲什么。没有胡乱，因为我怕有一些限制级的照片给你们看到的不好。哎，我有给她找出来啊。这个也都是，啊、哦，就是无情无义的。以前我都读古书，什么国薄情郎，对不对？都是薄情，好像都是男的薄情。哦，我这一辈子碰到的全都是女的，超薄情的。原来我之前给他的也只是去正德佛堂，还想看我啊，对不对？只想看我，所以我说，那你也让我看看你啊，对不对？你看刚刚还等我有空的时候回电给我，现在怎样？没听到吗？没听到，只听到他一直在那。这样的发春发情，然后就不理你了。你看看到没有？我们有诽谤人吗？
你这到底把别人当什么东西？还在线上？你看他这还留什么？还不是要找人爱爱干什么？也不是真要作案，只要发泄，像把人家当 A 片，当没有生命的 A 片看着自己爽而已，发泄而已。人可怎么可以贱到这种程度？这以后到上帝面前怎么审判呢？自己看着一辈子干了什么好事，好可怕！所以人不受教育啊，我想要怎么样我就爱怎么样，就是活在自己的宇宙，以为我就宇宙之王，宇宙就是你想象的，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啊！像现在马上天气热了，最简单，我想吹冷气就吹冷气啊，对你爱怎么样就怎样，你了不起啊？全宇宙要配合你了不起，好了不起，这就是不知天高地厚啊！一切以自己的习物为是非，什么都已经那个脑袋脑容量小到想不到别的，考虑不到别的，管不到别的。那好啊，我们只能祝福你了啊。好，我们继续这个树，其实不用加这个，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不管他留着也好。我们上一次讲到这个啊，看到相对位置相关字义，果然就看懂，对不对？这一句，所以你看，我们都秀给你看怎么读懂它的。我一时有时候还真看不懂，这样才看得懂哦。还有这里和尚公这里，我觉得我没空啊、哦，所以甚至他引用一些书证的时候，大概这样，当然不一定全对了啊、哦，至少不会太离谱哦。真的错的话，也认留一些余地嘛。真的，我们也会错啊。像你永远不是都会谦卑的吗？哦，那你看那个接下来是这个，你看他是说，精卫道者开通。现在啊，我们一般说的道啊，经说现在说道这样的东西是开通。精卫就现在我们认为啊，因为前面是引熊氏之说，现在我们孔颖达他代表唐朝的官方说法。我们的主张是，道这个东西开通际物之名，啊，开通际物的那一个东西，我们名字就叫做道。那万物皆由它而有的，生之不由，它生长万物，生长万物嘛，自带的万物，不为光，不以为不作为自己的功劳，有之，它含有万物，万物都归它所有嘛，它生出来，它也不会自己去讨它的自己的功劳，啊，人家功成不居嘛。这个是老子出来的典故，对不对？功完成了，它生长万物长完了，像你看，它把我们人类长完了，它不会去咬。哎呦，是我道把你长出来，就像刚刚我跟我玩性爱的那个女生，对不对？对啊，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你个人因果个人承担，它不会说，哎，你是我道生出来，你嘛节制一下，好吧？呼应我们前面讲嘛，只有我们凡夫才会着急嘛。你看，倒不会着急。你要去地狱就去地狱，悉听尊便。对不对？你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啊，不要客气，啊，那虚而虚无极，啊，它是虚无而且极静的，嗯。哇塞，这爆米花怎么味道那么重？对不对？不自花，虚无极，莫随物推移不会去随物，它是虚而无极的。这应该这样读：虚无且极静的啊，或虚，它是虚，而且无的，甚至极静都可以。然后它不会随物去推移、去改变。比如说，我们说我们的人啊，真情真爱，其实被净空法师一语道破，人间只有虚情假意，这个也是佛说的，对不对？只有人、佛菩萨、上帝那种爱是永恒不变，一般都会去推移，都会改变。我今天对你不好，比如说刚开始来上学啊，我觉得刚上大学对每个老师都很。好奇啊，都很新鲜。后来发现老师教学比较严格，或者当掉你，哇，就改变了。
就像我被人家诽谤这样嘛，懂不懂？然后则天地所生微妙不测啊，那么呢，天地生出来的东西，它生出来的过程啊，这里也可以指它生出来，因为这的没有什么嘛，生出来的什么不一定它的生出来的东西，生产的过程也可以是微妙不可预测的啊，不是我们凡情凡夫之情可以去臆测的啊，去推测的，妄加推断。那圣人，我这个段都分好了啊，现在可以专心。圣人能同天地之性，那圣人能够舍弃自己的人欲私欲，所以到宋明理，这时候还唐朝嘛，到后来就发现其实要去人欲存天理，那就被鲁迅他们这个往后来的什么明朝、清朝这些攻击说啊，这是泯灭人欲、吃人的礼教，那是人家不懂，变成教书匠，对不对？用这个来谋利的，本来就该去人欲。克己复礼不是也是去人欲存天理吗？是有什么好吃的？你中你的人欲，刚刚看到没有？这算什么人呢、啊？对呀、啊，好，吃人的礼教，这个不要吃人，你的礼教刚刚那个嘛，那只要看你爽嘛。你们刚刚看过各位啊，因为我把它隐藏了嘛，不屑是眼不见为净。我的功夫还那么没那么好嘛？有时候看到还是起心动，刚还想跟他玩呢，还好还把持住，算，何必这样作践自己？人家把你当什么看你自己说，唉，这样是不吃人啊？对啊，对他不吃人，对我吃人，就好像现在哦，杀人废除死刑，那被杀的怎么办？讲人权哦，啊，被杀的没有人权，被杀的亲属亲友都没人权。一样啊，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啊，人类呢？你觉得哦，我要争取我的权益，否则我觉得人生无意义或怎样？哦，这叫牺牲大我，成就你小我嘛？你自己明明是变态的，这个老天爷，即使是动物界同性是对的，我们是异性动物呢，我们还不到神人的境界，无性人。你自己，我真的很好奇，真的没有人好好客。不过我觉得很难啊，因为人毕竟是当事人，好好客观研究，难道同性恋都没有一个症结所在吗？天生就是同性恋，完全纯洁的，不是因为任何的后天影响环境或被洗脑，或被谁教育的，天生的他就是对同性喜欢，对异性反感，是这样吗？就算是这样，也像佛教，可能是前世业力带来的，总之是异常的嘛。怎么可以跟正常的同起同坐呢？这样换来的是谁？就好像哦，你有人权，那我们人类没人权了、啊。到时候同性好好继续，我们干，所以我说要放任你们好了，甚至我还支持你们，以后就教育同性婚好了，人类就慢慢就断绝，越现在已经少子化了，再继续搞嘛，对不对？你现在还可以去认养人家不养的孩子，以后谁生？同性怎么生？我问你，大家都讨厌异性。他们基本的就是怎么样，要尊重他们或怎样，可以啊，尊重。可是他们你自己扪心自问，难道没有矫枉过正的地方吗？何况这个分寸你要怎么拿捏？当你觉得啊这样也是对的时候，好啊，随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对不对？啊，反正也没差。现在生孩子也，现在我们之前也谈过为什么生孩子少。我自己为例，我为什么不结婚生子？孩子那么不孝，那么不，这个孝不光孝顺的孝，还有孝像不像我嘛？我们活到那么老，好不容易修成哦，会谦卑自己，知道自己知道的少，不会那么狂妄，这是多不容易。我们一路走来，我有把握我生的孩子像我这样的修养吗？或见识啊，见地吗？没把握我就不敢生。以后他怎么样忤逆你，或他怎么造成后来那个，我有连带责任呢？我没把握把他青出于蓝，我就不敢把他造出来。因为这些打手这样把它射光光，那现在什么时代也没有传宗接代的问题，对啊，前面提过，人类根本就是一个病毒嘛。你这人之初性本善，没有圣贤教育都是毒。你自己看看现在社会的，你不要，我们马上看，既然都讲到这了，你看看 UT 是，哎，还把我踢掉也好，你看看这些是什么，自己看看嘛。我也不会，我也在这挂。
我不在这挂，我没有科学精神，我敢怎么敢大放厥词呢？人气的笑，嫁了人为什么还来这里呢？你看，我们是干干净净单身的，来这里也是要看人家射精干什么？自己也不给人家看，我们也不跟你搞婚啊，也起码公平嘛。你老要看别人，然后自己完全的那样，然后把人家就想成坏人，你就不是坏人，只有人家会害你，那谁害你了？到头还不是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了，只准我看你，不准你看我，这什么嘛？我觉得真的，你们人类真的好大胆，有几个人可以像我孙老真这样正大光明啊，什么都之前不给你们，那是因为有自己的，不是我的原因，我也没什么好暗扛，我反而以此为骄傲嘛，我有这个我才不是想象这些人是贱或是可恶，事实科学是这样，不是我们任何主观，或我们都把他们当人看，可是他们自己把不把当人看，他们看我们把不把我们当人看，你不信你来 UT 体会一下就好了， UT视讯聊天室啊，网络上查一下 UT 啊，就英文的 U 和 T， 是我在诽谤重伤他们还是怎么一样，我对他们批评就像我对同性恋这些人的批评，民主人权的这种批评一样，拜托科学客观一点去面对研究问题，不要有自己主观的价值要推行什么，像我们前一节一般那个、哦、鲁迅他有那个就要一定要把人家说成一定是丑陋的，对不对？你看我们到现在我们自己也会出错啊，会说人家错是因为比较，不是因为我这是我的答案嘛，真的你那个有问题，像卷断性，对不对？然后那种答案的呢，有几个能够像我们这样那么磊落光明清净平等的，那我为什么说我有把握往生，像我不往生，我至少我这一辈子活了47的，我看不到几个超越我这种修养境界，心地沉静，去除我执，没有自己的利益利害关系的，即使有也宁愿放弃，自卑而尊人，就像李基这一讲，有几个你自己说自己闷性，科学好好去观察面对就知道。唉 gay、真的都是假的，好贤老和尚，你看我们前面分享他成就金刚肉身，四月才给他开缸，真的肉身不坏，我就等这一层最后的科学证明嘛，你还有什么话说？他说化成一滩烂水了，我还担心他化成一滩烂。我只可惜海鲜好像在往生的时候没有说开往生大会，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因为中共的关系，在那个环境下还是不要太过招摇，对不对？就这样默默了。所以啊，天何言哉啊，不是好好念佛成佛之道，其他啥都是假。随物，注意这个物包括人物，封面人物待人接物就是随人嘛，或人的情感去转变。唉，我这小的时候可能看了很多琼瑶或什么的那一种，当我不是看，可能看戏剧或听影响，我以前很不爱看书，我也没看几本小说，连很多古典名著都没有。我一看完好像只有三国演义还看得很辛苦。你觉得读中文系不看完一本怪怪，像《红楼梦》我根本都没看过，连一章都没看完过，你可以想象吗？我为什么我不想花时间在那个上面，我宁愿读完四柱读佛经读这个一样的时间，我干嘛花你在你那上面风花雪月那个，即使你再有那么什么深刻，再深刻还不如读经典好嘛，何必绕一条路再来读经典。嗯，那时候就觉得哦，女孩子都被欺负，都是我们男人负心人，结果一辈子正好，这也是我邪淫之报嘛，碰到的都是负心，都是薄。你看杜牧有一首很有名的诗，赢得青楼薄幸名嘛，一般都是说男人 对女人，对不对？十年一绝杨柳望，我离开了人家，所以他赢得留下什么名声，觉得我杜牧是一个薄幸之人，都是讲男人，所以我都觉得很可恶，我宁愿做一个是，对不对？至少不能负女生的，结果哇，碰到全是负，连玩性这个也是给你负，讲得多好，你看我们前面以后我们自己讲自己再给你看，哦，我真的真的很想，后来就没联络了，
骗人，想要的时候说一尽什么好话勾引你哦，根本都不是是那一回事，哦，跟那种始乱终弃、很会花言巧语的男人是有两样。所以我后来领悟，你看科学也是这样哦，生物男和女差在哪里 ？DNA 里头 X 变 Y 嘛，对不对？然后我们看我们自己的生殖器，女人为什么会有阴蒂？我的领悟其实真的，你解剖学你看。我敢说你，否则你查查看，也许我是错的，我自己想，那个阴唇其实就是我们阴囊，男人阴囊的那两半，然后男人是凸出来嘛，所以就是两块有蛋嘛，鸟蛋，然后我们的阴茎其实就是女人的阴茎，那个阴蒂，女人就萎缩嘛，对不对？女人生殖器是让男人，其实男女根本就是一个嘛，就因为那一个科学上你看也是这样啊，那一个DNA 的那一个 S 染色体，她是女的，我是男的，超恶。那你说那个洞是什么洞？你知道吗？洞可能就是我们那个马眼，有没有阴道啊？我马眼不是会出水吗？哦，男生尿就尿道，所以你看女生尿道跟男生一样嘛，他尿道跟阴道不是？对啊，那男生是尿道阴道是一起的，你到那根源，他当然也是分哦，阴道在下面。就是我们射精的那个尿道，就是马眼的那个洞，尿道在上面，出来是看起来是同一根。你问问那些医学专家、生物专家。可是你看，就像我这种贱人，我就是想不开啊，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只能讲。所以我学佛真的我非常愉快。怎么你要怎么解释？这除了树叶因缘，一定我前世怎么样嘛？我怎么？我跟你讲，我从小还不懂事的时候，就对女生有特别的那个。对啊，就这样一路这样子来，哎，以后再慢慢聊啊。我们先这个，我去开一口。你看那个老师到底在讲什么礼记啊？拜托不要断章取义，自己听过下来就知道我们为什么会扯到这些了。难道有离题吗？没有，都是有感而发的。否则你读书干什么？读圣贤著所学何事？只是读一些知识学问哦，跟你生命和价值观、人生的体验、人做人该怎么样都无关，太可怕了。自己保重，我们可不干那种事。你有胆这样做哈，唯一认同你就是个人事。人死了之后呢？哎，莫随物推移啊，应该是这里吧？对啊，则天地所生微妙不测，圣人，所以我们这里讲到，圣人能同天地之性，其爱养如此，爱养受持是谁？当然人民嘛，啊，圣人就好像是道一样，他能跟天地的性就是道合体，就像道爱养人民这样啊，所以这样的行为，这样的圣人就符合道，所以谓之为道，谓他们为道。那如果还不知道这种圣人程度，那只能叫德，此则常道，这种道叫常道，是不会变的，不可能变的。那人行大道也，其如此善行为心啊。那如果人行大道呢？其如此善行为心，与己为……这一句真的，其如此善行为心，与己为德，虽不经法义。嗯，对啊。人行善道的大道，依着大道去行的话，哦，因为这是常道嘛。那如果一个人行走在这样的大道啊，他如此善行为心啊，他像这样的善行，然后作为他的心机啊，他的用心，不会用自己的喜好，刚刚谈论的对不对？用自己的习物欲望来决定是非啊。那这在自己叫做德，为德就得到什么？得到大道的滋养。那其实我们前面讲过，所以德为什么德者德也？有人诠释德的意思就是德，得到什么？得到大道的真义、真谛，对不对？在自己为德，那虽然不经发，不去夸耀，就像前面大地也是不经道，也是不经不发的嘛。哦，虽不经发，亦恒为善，然后。他的用心是很保持的，在什么去做善为就作为，谓之为德啊，这只能叫做德，
为什么？因为他有所凭依的。他好像你看，走在大道上，大道是大道，人是人嘛，人走在大道，人不是大道。和圣人同于天地之心，就是人跟道已经合为一体了，懂了吗？这里是分的两个，所以怎么样，他只能到德的层次，懂了吗？他只是心和意能够保持在这一条大道上，他的意思的。那此则列于道，是不是立于列于道了？原来那个常道道是跟天地之性是合在一起，这里是分开了，已经开始分裂，对不对？背道而驰了、哦、然后既能推恩既养恻隐精蓄于物、哦、谓之为人。然后既人就是能够，这个是已完成式嘛，已经意思就是能够做到肯定的，不是未来式或者不可测的或者理想而已，这是已经做到，已经做到能够怎样推恩济养啊，恻隐精蓄于物、啊、推自己的恩德、啊、自己有这个能力或权力，然后推出去推广出去，然后帮救济人家长养百姓。对，比如说帝王他们本来有很好的福报嘛，把这个福报和大家共享，然后来恻隐执行人皆有之，同情那些福报没那么好的或者贫苦人，精蓄哀矜，然后体恤于那些人。注意这个人是人，这个物是人物的物啊，不是东西而已啊，当然也包括东西也可以，不要忘了人啊。这就叫做人，叫他做人，或叫这种行为，只是代名词，我也是叫嘛，是就是为或者做，做人、啊、人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又列于德，人又列于德，所以你看他这个句式，其实此则列于道，啊，此则列于德，对不对？所以我们这样标点就很清楚，他最后一个结论又列于德。那若其如果他们这些帝王领导者以人招物，用仁德的行为或仁术，啊、哦，仁这种仁政，等下近悦远来嘛。对不对？近者悦，远者来啊！招的人民都来归顺他。注意这个物更是人的意思了。那物不从己，征伐行路，使人服从，对不对？那用人的这个标准去招，吸引人家，我敢招别人，对不对？哦，开玩笑，敢招当然要在应招前嘛。哦，多难听。他这个是机械的排版、哦、排序，当然就怎么把应招、哦、应招通常现在都用的都是不好的、嗯、色情。然后人如果不遵服从自己或遵从自己，可是很明显这个己就是自己的己，不是已经，所以回到这与己为德、哦、这个己应该也是己没错、嗯、人家不服从自己就去征伐行路、哦，这征伐是指敌国，行路是指不守法的人、啊、加以刑法，我们现在还有刑法、啊、杀戮他、啊、使人服从，因为他不服从，你现在让他走，这就叫做义，因为你是以人为本嘛，做你该做的事，所以是义。可是这样呢又列于仁矣、啊、这孔颖达的推论是很好的。然后呢，以义服从，恐其叛善，以礼制约，对不对？用义去服务人，我做的 都是正当，就好像我们一样，国文教程其实是这种层次，对不对？以义服从谁，又要找对主持人，这里是找对受持，以义去服人，然后又恐他们这些想要你想要降服的，他们背叛你，离散、啊、分散，疏导胡尊散，那就用礼法去制约，这还没有到法律、哦、这个礼、啊、周公治理这样的去制控制他，约束他，去制约。心理学上面还把这个词当一个他们的术语，对吧？制约反应啊。所以你看白话文言怎么分啊？苟相羁縻，视之为礼。所以礼就是这样，是不是又列于义啊？哇，等而下之，越来越长。奇怪，礼应该比义前面呢、啊？啊，此是人情小礼，非大礼。所以他说这个不是大礼，是人情的小礼，所以才会放在义后面。来，我们再读一次这个行还要分好了，我们就
以义服从，恐其叛善，以礼制约。然后吉祥，所以不是狗，你看他也是写吉嘛。对啊，他没有出头啊。对，我们刚刚那个说要查我们扫描的哦，来，啊，这我们看外面的，我找礼记正义吧，应该是正义，然后复制那个路径。没有，难道我是叫住宿？你看，输入法是当。哇，这个我忘记关。我是上中下应该是那个有句逗的，那我们的程度目前还不需要，像前面就有句逗错了，也可以参考它，真的没时间啊，没有，我还逼着这个期末考快到了，我还要赶快改他们企划书啊，也请大家见谅啊，还是有现实的压力和羁绊，没办法，各位也有自己的嘛。都开不了，开了，现在那边开两个，开一个了。你看，然后这个是第几页而已。十六页。那刚刚我们还有一个那个挑还什么，他写人部，对不对？六日报，这我自己的书啊，买新闻封的封字书旧书。你看，这个挑，看一下，这个挑，这个挑是人的。那我们刚刚是看什么？他说那个部首是，妈，这个清楚多了啊！啊，我们看这个吧。哦，恐其叛善，以礼制约，有没有？看上面的放大镜是吉嘛，不出头的。这个是恭敬的敬，左边那个东西。哦，所以这里应该是要改这个。这个我们要给它做一个，这个是错字，所以要跟它讲，要更正。哦，改这个新汉吉。错误禀报啊！错误，哎，哎，那个错误报，哎，错误通报，哎呀，目前我不是用那个，所以它一定不行啊。那我到学校。哎呦，啊，因为刚刚换了那个 IP 分享器，所以它要退出来。因为我现在在上传哦，频宽被占住。啊，又来了。啊，先给它关掉。这微震这个还要留的，这个很重要，等下讲课的时候。新汉吉，因为这是学校云端啊，它的 IP 是这个140学术的，所以绝对可以授权使用啊。学校有跟他，他现在也开放嘛，学校用当然他没问题。
一找就找到了，然后就给他抽通宝。原文看过了，他这个应该是忌。恭敬谨也啊，不是狗，已经核对原文啊，请予订正。南无阿弥陀佛，我这应该有名字了，所以学校这个 hotmail.com， 我连信箱都告诉各位哈，无不可告。所以有些什么密码的啊，或那个当然有些身份证知道那个就没办法，那不是我不告啊，有些没办法了啊，不能什么都公开啊，所以他这个是急嘛。好，继续啊，这个对不对啊？那我还不如看我们这个嘞，没关系了啊。又跑到云端进来了啊。好，所以它是很恭谨的、很严谨的香，又来了，再一次性助词。可这里香吉迷就吉迷他们，因为他们是怕他们探讨，对不对？所以这应该是代词性助词单向的，不是互相约束。当然你读成互相也可以，这时候就不是服领导者和被领导者，是说被领导的人之间互相约束住，这样叫做礼，或者这样的做法叫做礼。这样的层级层次叫又列于义，那这一种是人情的小礼，不是大的礼啊。圣人之身，具包五事。哦，然后五事不知道，欲可道行道，可得行得啊。哦，五事这仁义礼智啊，仁啊不道德。仁义礼，对，这五事啊。你看，我们一时不懂，也帮人家注一下啊。五者，你看这五者也是这有这的意思，这五样东西，对不对？为道德、仁义礼，这五者。所以圣人之身啊，五个都会具备，因为道最大嘛，道不行了才退而求其次，等而下之，对不对？才等而下之啊，啊，这等是等级的意思，一级一级往下走，啊，一级一级的而下去，另外一级代名词，这叫等而下之。我看你们看那个。谁会跟你讲解这些？根本都不讲，都是给你讲一个大概的意思。什么叫等？什么叫下之等？你看，那你可以知道等级吗？对没啊？我们讲的没错，就从这个字来。而就是更嘛，而后更下一级级，是不是带这个？对啊，这还不错啊。那笔从哪来？当然是文艺去添字还原的。以后看到这种词典，要知道它这个字从哪一个字来的。否则你就来问我，或自己去想，我们一起讨论。我还在的话，对不对？你这样才是真正懂这个词标哦。你只知道等而下之，啊，这个还好，他还照原意讲。有些根本就是讲现在应用，等而下之就越来越糟，甚至他就直接讲越来越糟，可能都会。我跟你讲，
对不对？好，我们看另外一个。啊，你也可以看网络啊，一定一般就啊，越来越糟，叫等而下之，这更烂了，连等级都不跟你讲，对不对？啊，因为按某一等次，它是等次，不是讲等级，一样嘛。由此再往下一等次，对不对？代名词带等次，等级低于某一等级标准，对啊，低于某一，某一的意思就从第一个等来了嘛。那这个也是啊，某一也是这个字的带上面那个等，在这个等级，这个等应该是副词，这个等才是那个某一等级名词。根据这个名词，一个等级一个等级往下推，哦，下就低于它，低于原来这个等级。啊，一个等级一叠而怎么样往下走？所以等而下之应该是对下之也是啊，往下走了啊，下于它啊，下于原来这个等级，一个等级一个等级去下于原来等级啊，你才真懂呢这四个字什么意思，好不好？不要再混了，这是不是就等而下之？所以欲道可行，欲可道可以用道，它就行道。然后可得就行得，对不对？然后可人就行人，可义就行义，皆随时，对不对？这前面讲的道德仁义礼嘛，他没有提到礼而已啊。皆随时应物，其诸事，其实诸事，你看这个其实就是白话，其实怎么来源就是这样了。诸事并有非是有道德之时。无仁义，有仁义之始；无道德也。啊，等一下，这一句要等一下啊。皆随时应物啊，皆是随时配合回应。众生有感，众生就悟嘛，佛就有应。那这里的佛就好像圣人一样，皆是随的时机，随时应物也是相对位置有相关之意，随对应，随的悟。哦，你可以随应时物，随着时间，这是讲时间、时机、时节、因缘，这讲对象，对不对？会随着配合他们，就随着嘛，然后去回应他们。他们适合人，就推行人；不会说他们适合人，你用义啊，不行吧？你要看扁，对不对？那这个时代只适合礼，他就不会唱高调。我们前面讲都很务实的，还跟你推行道，已经行不通了，哦。就好像现在已经沦落到民主法治，你还跟人家讲理已经不行了，一定要用法律约束。哎，可怜，那是谁可怜？自己作践自己，对不对？那如果现在的人可以用理约束，他绝对不会用法。啊，就看你这个实和物是什么层次什么的。那其实其中的实情都是怎样？诸事其实诸事并有，非是有道德之实。所以他说，皆随时应物啊。那其实呢，诸事当然回应这里是咯，诸事是指五事啊，并有，非是有道德之事我们还是顺手登岸。对不对？五事之事，要前后文很重要，对不对？所以出事必有，就是仁义礼智信都有的话，不是非是有道德之事，就是不是就是有道德之事。无仁义有仁义之事，无道德也，此道德以大言之，则天地圣人之功也；以小言之，则凡人之行也。应该这样对，我们先断容易，再回去推。所以呢，正住同理云，啊，正的注解就同《礼经》记载，啊，《礼记》的经文说，道多才艺德能躬行，位于一人之上，亦能开通，亦于己为德。以此言之。则周礼，我们为什么读那么多？
帮助断句上下文嘛，大概知道他讲什么才能判。则周礼三德六德及高尧九德及弘范三德，诸经传道，诸经传啊，诸经传应该是这样，诸经传道德皆有分喻，小大殊明，不足怪也。啊，所以道德的定义不一定是像这里讲的一定是三皇啊，分喻小大殊明，皆有分喻小大殊明啊，就应该这样断啊，皆有分喻，它不同的分喻就分界了，有一定的界限，就有一定的领域嘛。那小大小与大，有些道比较小，有的道好像讲的比较大，对范围，然后殊明名字不一样，就不足怪。嗯、然后这也是讲注正玄的注其名师，他现在要开始解释正玄的注而不为报、哦、这句话，然后他就说正玉曰他的解释是怎样、哦、等一下再看，我先到这里一个段落，我看一下 再回去推就知道他到底大概要讲什么了。所以再回来这里说欲可道行道，欲可得就行得，对不对？欲都是贯下面讲的，就这里可以写个欲，那这里省略的连接是就，白话是就嘛，文言是则，可人就行人，可义就行义，皆随时应物啊，随着当时的时机，当时人民的根气，我们佛教讲的根气啊，去做适当的这个统御之道啊，领导之道，看怎么带领人民。或治理国家天下，其实诸事并有，非是有道德之时啊，无人义，哦，我知道了，前面读错了，他是说其实怎么样，我这里断句，其实就是，哎呀，这个其很好，所以我们说这个其实就白话其实的由来、其实是指某件事的实际状况是怎么样，某件事就是这个其字，实际状况是怎样就是这个实字，它省略的是怎样、那这里其实才是我们这个其实的其白话，所以要翻成其实实际状况是怎么样呢，所以你看白话就常常单字，就好像曾经沧海还恩情，你要读成曾经经历，曾经经验过，有没有一个字一个字，这个是其实实际状况，是适当的常常省略，诸事并有，不是说有道就没有德啊、或者有人就没有义，或者有义就没有人，不是，诸事在天地间是一定都存有的、诸事我刚刚讲的是就是前五事，不是有道德之时没有仁义，因为仁义比较低等嘛，那有仁义之时无道德也，所以他们是并存并行，同时并存，不会说有道德时没有仁义，这样就通了，对不对？有仁义之时无道德，你看断句也对，很对的，很整齐，相对位置有相关字。那此道德以大言之，这里的道和德，这里此是指这里讨论的道和德啊，此道和德，道与德。此道德，这里谈的道和德是用大范围最高标准，我们说最高标准谈他们的，来常常省略来谈他们，可以用以嘛，以言之，以大以言之，当然前面有以不能再来比较好，以大来言之，用大的最大最高标准来谈的，则天地圣人之公也，所以他们道和德是天地和圣人的才能做得到的，他的功绩伟业啊、对不对？那以小言之呢，则凡人之行耶、如果用大的范围来讲，是圣人的功才能达到的功，好像我们治基了、我们现在讲的正基就是那个意思啊，绩就是功嘛，有成功就有一定的成绩啊。
那以小言之，则凡人之行也。用小来说的话，就是凡人的言行；用大范文来讲的话，是圣人统治天下、带天下那时候的风尚、时尚是什么？哦，风尚、时尚是什么？有风尚这个词。时尚是人啊，时尚是道。那以小言之，就是个人的道德修养就是这样。用小范围来讲，所以他前面讲说大小，对不对？我们还用大小，对不对？因为我们刚刚有图后面，这样比较好掌握他这一段要讲什么。你就知道我们，你来秀给你看啊，没有任何常识，我们就这样读懂啊。用小范围或低标准来讲，就是一般人，凡是所有人，不只是专指圣人的德性嘛。啊，我们这个知性也可以读性，名词德性，或他的行为表现出来的修养，啊，就可以讲道德。我们可以这样啊，不断句也可以是道德啊。所以正著同理云，啊，你看这里有段，我们也知道这个是在行首，我们就看正著，故。所以呢，他我们上一次前面好像试过，他这个断开的没有用哦，他会连在一起。所以正著同理云，道多才艺，德能躬行。啊、哦，位于一人之上，亦能开通，亦于己为德。啊，道多才艺，我们看到你是出自哪里？我们找网络比较快。正著《周礼》啊，道多才力，德能躬行啊。我们也看一下新汉集的文本。现在有资料库要善用，方便是这样。我们拿到古人那个功力啊，著《周礼》，对不对？到多少啊？故正著《周礼》啊，多少他们啊？那反而我们这里啊，《周礼》它变同理哦，哇，太好了！可是它是有同理耶，这是错字，对不对？难怪我读不懂。所以他这应该有叫看难得看到阮元的课本有错字，对不对？哈，刚好放在一起，哇，真好，有没有？哇，我忘记开放大镜，啊，太棒了，还好有。啊，我们看那个，他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读这里嘛，那前面这也没错，他们我们这里错。前面我们没有读他十五页前页，对不对？可是这是他错，不是新汉集的错。你看，正著同理，他这也没有标，这是完全是错的。所以我们可以，反正现在资料库发达，我们不用交代那么清楚，我们就说正著同理云，这里就要改成这样。道多才艺，德能躬行。啊。对不对？正著《周礼》云才对。这个我们移到前面，对不对？啊，同乃周之耳。讲具体一点，形体相近而错，叫形耳。啊，当作正著《周礼》云。道多才艺，德能通行。我们看一下，
对嘛，他住周礼的话，对不对？而能躬行者，若尧舜谢典乐教纣之是也。若舜舜王命令那个谢，对不起，念魁，这个念魁，契约的契才是谢啊。典就典狱官的典，执掌那个乐来教纣子，就是他的子孙呐 啊，纣子就是他的后世子孙啊，尤其要继承王位的啊。当然他没有传给自己的孩子，总之可能就是教一些政府官员的孩子啊，包括国王本身的啊。死则用怎么怎么正之农民，所以这两句他这两句才是正著的话，其他没有。所以后面是空引的，说的是在一人之上，亦能开通，亦与己为德，这是说如果在一人的上头也能够开通这个的话，开通大患德的话，也是在自己是一种德，就不用讲那个大范围的道德，大概是这个意思。用这个方面来看来想的话，注意啊，来说它来谈论也可以翻成来想，我们讲过五官的会通，你会这样说就会这样想，所以以此来说言之，就以此来论之，或者以此来想推想的话，则周礼里头的三德六德，即高尧九德，即弘范，以及弘范的里头的那个三德，诸经传里头的道德，皆有分喻，都有他们谈论的一个，我们现在有一个词叫异界，异义的范畴，分界，那么界就是喻，就是分嘛，刚刚谈到，所以就是说这些道德都是有它大小分别，你不要混淆，那大小殊名不足怪也，不要说为什么那里的德，不要拿一个，我们说拿这叫什么？削足适履嘛，拿一个标准去衡量一切谈道德的文本，你就不懂了。他虽然谈道德，可能要回上下，我们讲过对不对？上下文才是王道，不能说，明明那里谈道德是这样，这里为什么要？我想孔颖达的意思应该是这个意思，我们就解释到这了啊，这毕竟不是课文啊。接下来他就解释政权的注，其民思不忘报。思而不为报，当时的人民思而不为报。我们查一下，对不对？对啊，你看注，这个在前一页的，对不对？是上一页的，16页、17、15页。16页才对。对。对不对？其民思而不为报啊。他解释这个正注这一段话。其民思而不想不会去想，会去想就会有求嘛。正义就说为是思的意思。所以思想，世纪贵德，但有思慧而不思求报也。当时的人当时就是那个世代，既然是以德为贵，以德为贵。你看这个动词贵也是像前面讲礼尚往来上，以后面的为上，这里是以后面的为贵，就可以读成以德为贵啊，或者你可以读成就像上注重贵重。当世的人既然是注重道德，但有思慧而不求之，只有思慧，但有就只有思慧，而不会去想求回报啊。其次勿思报，这个是另外一句注文的话，这应该已经下一页了，对，就我们这一页的头嘛，我们可以看我们的这个。比较清楚，没有啊，对啊，我们看我们这个还比较快，在那翻页，我这一转就翻了，其民思而不为报，没有其次啊，
他那句哪来的？三王战没有啊，没有啊，哎，其次勿施暴哦，他是其次勿施暴哦，这是经文啊、哦，其次是勿施暴啊，经文正义就说。这句经文是什么意思？所以他，你看他的经和注，他都要正义的，要去解释。其次是说，是说就是位置哦，位是是省略嘛，添回去是说三王之事也，物由事也。我们说是律师事务所嘛，物和事其实是同一副词，只不过这里做动词用一样啊，事也可以当动词，对吧？侍奉人家啊、嗯，所以说物由事也啊、嗯，物就好像这里说物就好像我们一般讲事。三王之事，独亲其亲，独子其子。前面的亲当然是动词啊，亲近他们，亲近的人。然后独子其子就单独只有啊，就是独，只有哎，把来又来以后面的为孩子，把他们的孩子当作孩子看待，懂不懂？这里一样，把他们的亲人当作亲人看待，把后面的当作本来这个字。以后面为亲，以后面为子，对不对？以其子为子，那其当然指他们自己的孩子，那别人的就不是他自己的孩子，是这个意思嘛？哦，获利为己，失则忘报啊。哦，获当然是财货，别忘了货不是货物啊，货是货币，货还有钱的意思啊。所以《礼运大同篇》也有嘛啊，货。物藏之于己也不必出于己，利于其物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对不对？他就是引用那一个。所以这个财有钱出钱，有利出利的意思啊。这个财和利呢是为自己的，不是为别人。所以施出去会希望我给你的，希望你有回报，则会希望有回报。因为这个是我自己的，我丢出去我不是亏了吗？啊，以为恒是故云勿施暴，所以经会说勿施暴啊，施则忘报。大家施出去之后，会希望得到回报。以这件事作为啊，或者你读成白话也可以，那要添什么？以为这件事是很正常的，正常就是恒嘛，正常的事情。那不知道上古人施是不求报的，对？我们现在也有啊，施恩不忘报啊，都甚至还有这种心灵的认知或修养。可是他们会把这个当成理所当然的正常的事，我施出去本来人家回报我是正常，所以说勿施暴，嗯，所以金才会说其实勿施暴，啊，他们从事的是施了要求回报，要一个字一个字，从事的讲究的是施出去丢出去，不施出去要求回报，在礼尚往来者，这是经文对不对？啊。以上往来这句话是说这是这分段嘛啊，哦，圣谕又解释经文这一段以上往来这句话是说，这是说啊，说就是这个这句话是这个者字是说，哎，我们上面已经复习讲到课文了哈，等一下后面也会哦，所以我们虽然还没讲到课文，等一下我们会就我们现在来讲教材还没说，可现在已经入课文了啊，哦，别忘记了。嗯，对，已经要讲正文了，这是正义的说法，注释里头述的说法，哦，这是说三王之事，其礼祖上往来，在三王的时代夏商中他们的礼节或礼仪礼法的规定是主要的是讲究注重从上往汉来礼上往与来，哦，那贫贱而知好礼择智不择者，啊，这个是解释经文的这一句，所以他不是每句话都讲解，他就跳到这一句话，对不对？经文是不是有贫贱而知好礼？对啊，贫贱而他是解释这个，所以他中间跳了，是不是？复犯者他没有讲，然后必有，可见必有尊也这一句也没有讲，这一句是重点，我们到时候会聊，正义略过去了。啊，哦，这证明了他跳过去了。他从礼尚往来有讲，一开头就讲，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讲贫贱而知好礼，中间跳过去。择之不择者，这句话是说说言就省略了，前面有言嘛，哦，是说，没有，是说这里不能说是说，他是说这句话，这句经文啊，贫贱而知好礼，这句经文呢里头则却也啊，那这里要打冒号，这句经文的意思里头我一个意思讲，则是却，但却，退却，然后却也有惑也，就表示这个则包括有却还有迷惑，所以你看那个课本才会抄正玄的注是却惑，又却又迷惑，又胆怯又迷惑，迷惑就是优柔寡断，不知道怎么是好了，没有觉得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那么明确，好在无理迷雾中。那贫者之容好却惑，为人使心智不遂，若知理者则持理而行之，故智不择却，是以于贩卖富贩之中必有所尊也。哇，搞什么啊，他还是有解释这一句，他先讲这个再回头讲为什么说这一句是富贩，是以，是以就所以我们讲过了不重复了哈，是就是所就是此，以就以嘛，因为这个缘故，那就因此。那著则由却惑，的意思争议说，那对政权的著再做一个解释。哎，我们先把这里解决，有一个多钟头了，希望可以来得及讲。贫贱而知好礼，则是自却是，则是却也惑也。贫者之容，贫者的容貌好却惑，这个容貌读成容貌怪怪的，对不对？什么叫贫者的容貌？我们看这个比较清楚，对不对？贫者之容就是好却惑，为人使心智不遂，就是贫者之仪容仪态啦，或者贫者的习气习惯，讲比较对。贫者之容，容就是样貌，容貌嘛，通常贫者，可是他这里略掉了贱，有没有看到？可能讲贫就包含贱，这个者是的人啊，贫贱的人，这里的贫是形容词，对，不是动词，所以形容词接者和动词接者都是的人的意思。贫者贫贱的人啊，贫或贫穷的人的习惯 是喜欢好，就偏向趋向，所以这个不是喜好，就是你有一个喜好，你有一个嗜好，就常常会做那件事的意思，懂不懂？所以常常会却胆怯疑惑，而且甚至会怕人，好却惑，而且怕人畏人，因为自卑嘛，然后使得他心智不遂。他心里或者自愿想的什么都没办法完成，因为顾三顾四，怕别人不认同自己，怕自己没能力，怕东怕西，就对，这杀人未遂的意思，就不能完成。他心里自愿想什么？那如果知礼的话，他是说如果知礼，知道礼貌的话，这个则是的话，知道礼貌就表示他懂礼啦，这知可以翻成懂嘛，知道就懂得啦，那么就会。持的，我们说依教受持，对不对？奉持，就遵行。我们说克己复礼的复礼嘛，实现这个礼貌礼节而去行，他的行为就会遵守着礼去行。他有一个标准，他不会根据自己的这个怯懦的怯惑的心理去做，他根据的礼的要求去做，去行之去做。这个知可以鱼尾助词，没有意思去做就可以，或者去做他该做的事也可以。当成代名词读当然是做他想做的，就心智想做的事，所以他可以睡嘛，所以他智故智不睡却，这个时候心智就不会却了，就可以完成了，可以睡，对不对？故智不择却，不会退却，这个却也通这个却，对不对？自己又换不走，会胆怯就会退却，所以呢于富贩之中必有所尊也，所以在富贩的人之中，我们一定要有所尊，有所尊就是要尊重他，尊敬他，
因为复犯的人只要知理的话，他的逻辑是这样，贫者或者贫贱者只要知理的话，他还是能够不会怯懦，而且能够做到他想做的事。所谓英雄不怕出身低，所以对于复犯的人是以，所以他讲出原因了、啊。对于复犯的人也一定要去尊重他们啊，必有所尊又来了，有所尊什么？就是去尊重他有这种尊重的作为，有所有这些尊重的作为啊。你可以翻成有一些，这个所还是代名词，有一些尊重的行为，尊重的行为的行为还是这个所字，这个所就类似一些怎么样的行为，尊重的行为，那前面那个有就是有，那等一下我们讲到这个课文也会讲那个有什么意思，也可以讲有趣、啊、我们讲有怎么样的行为、啊、有趣怎么样、啊、会去有趣尊重，会去尊重、啊、像我们白话还会用这样有趣，我有去做对不对？其实就是我会去做，或我去做了、我要去做，可能你会加个有，那时候有不是有没有，那当然它还是有没有的意思，它只是说、会具有这个行为、所以一定要有所知，这跟我理解的读法是没有冲突的，可是一般像课本那个读法注释，或者一般同学找那个翻译的就不太对，到时候我们都讨论，我们这里先不想讲，先看注释怎么说、啊、他这里还可以，意思就是复犯者我们还是要去尊重，他只是根据后面的这里来讲为什么要尊重，讲出一个所以来，因为贫贱的人他如果知道理的话他也值不值，那这样的人值不值得尊重，还是值得尊重，对不对？可是来了，我还是不太认同他这句话，他这句话还是有前提的嘛，他说是以就是所以嘛，表示假如假如这个贫贱的人他如果不持理的话，不知理，不持理的话，我是不是就不要去尊重了？他的逻辑是这样，是以所以啊，复犯之中，我们一定也要去尊重，因为复犯的人只要知理去持理的话，是不是他还是智不会怯，则怯，他还会心智还可以打吗？英雄宁有种乎、嗯、英雄不怕出身低，他还是让朱元璋这些贱民都可以变成皇帝。你当然要去尊重，可是问题来了，难道那些不知理不持理的贫贱者我们就不要去尊重吗？是《礼记》这里讲的意思吗？虽富在呢必有尊严，难道他这个意思是好像他讲这句话是有前提性的，适用于某些条件，比如说贫贱要知理才要去尊重，贫贱而不知理我们就不要去尊重，是这样吗？不通吧，尤其这一句话讲在前一句话，他正义怎么可以先讲后面那一句，然后把它当成理由来解释前面为什么要尊重，前面是无条件尊重，被他们这样讲或被课本那样或一般翻译都变成有条件，只不过在这里呢，正义的说法是说有些贫者他会知理去持理，所以未来是不可限量，我们要去尊重，你怎么知道他哪一天变王，你不尊重他好像韩信嘛，胯下之辱，哪一天做王的那些让他屈辱的人就怕了，因为谁叫你在他贫贱的时候不尊，好像变这样对不对、啊、这五十步笑百步嘛，那课本还有一般翻译只是说哦，他把这个尊讲成什么必有尊严啊，所以我们要去尊重，根本都还是有条件性的，可是人家原文明明就没有条件性，那要怎么读才对，我们到时候会带你，我的学生已经知道，所以这个很糟糕、哦、连孔颖达先生他们都没注意唐朝这些大学问家、嗯、所以我为什么前面这我先预告一下对不对，为什么前面这里我舍不得关，你自己看看，皆能有享必有尊也，这句式一样嘛，有后面加个动词，尊你读成动词，哎，正义孔乙拿他们知道读成动词，可他加了条件，不需要嘛、啊、不需要加条件，然后有养就是有去奉养他，总之重点要在去，不是有，不是有没有，对他具有这个行为没错，可是不是我们白话理解那个有，就是你一定要去，表示不但要去养，而且会好好养，不是有而已，就好像有钱人不是真的有而已，有钱了，有一百块叫有钱，一定是要非常有才能用到这个有后面加动词，
人家《论语》也是那个时代的话啊，那时候就有这个构句，我想那个经传四时可能都会讨论啊。大家不知道读这里有敬有尊就不会读了，那里有仰会读，有尊就不会读啊。怎么会变成有尊严呢？把尊严读成名词，人家有样，必也有样，难道你读成仰是名词吗？啊，以为有才是动词，哎，你自己看看注释三怎么讲。当然你们没有课本了啊，我是跟我们，等到时候我们都会看的啊，不急。哎，所以现在先预告，那正义至少不是课本或者一般翻译注释这一种，可是他这个错就是跟一般也一样有前提性。所以你看，我教你们思想方法就不肯，我就是受过，我自己也训练过，所以什么东西有没有前提，这个很重要，有没有预设。有没有前提？这很重要。那人家经文明明是没有前提，只要是贫贱的富犯者，只要是富犯者这么低贱的工作、卑微的人，我们都要去尊重。他没说因为他有自尊还是他知理，所以我们要去尊重啊。这都变成有前提预设，还不对嘛？跟经文原文已经走样了嘛？你自己给他添，人家没条件，你给他添条件，这才说添字还原是很危险的，所以叫辅助读法。要带回二注啊，原文没有啊，没有条件也去尊讲，读得通读不通，还是读得通，那你就不能自己去乱填啊。那这要注意，这是顺便提。那注文说则由确或，注文我看上面，则由确或。孔颖达怎么说呢？正义曰何应云？何应的注意，他应一定是，对不对？应一定是避讳字嘛，他就答。哎，快圆满了，太好了啊！对不对？他怎么还打这个？因为那时候没有这个字，现在有了，我们就弄这个。何运前面介绍的我也不讲，何运就说但所行为，但所行为却，迷于事为惑，亦或当然。所以这是应该是孔颖达，或者这整句是何应的话，那前面好像也有不是吗？哦，那是经典释文陆德明，那现在是孔颖达，懂不懂？何应经典释文只引了这一句"但所行为却"，那孔颖达引的比较完整，他说"但所行为却"，这应该是"但"还是念"但"啊？声调不重要，念错就不要笑太大声。啊，过则勿惮改，应该是迟雨生没错啊，因为我会跟那个对惮，我会跟这个殚精竭虑的殚，这时候是一声，你看，所以到底是四声啊，右边这是一声嘛，单数复数，对不对？右边读边读右边的话，哎，所以单所行这个解释过，我们不再赘了。那一样的道理，迷于事为惑啊，对于事上或在事里。是迷而补，人家破迷开悟嘛，不觉悟，很迷惘的，没有主见的，看不清事理的，很迷惘，对不对？就叫做或是或，亦或当然，可能是孔颖达的推论结论，也可能是何应的说法。就亦，如果是何应的说法，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在这个亦是指人情事理啊，人情事理是有一定的规则，所以为什么可以当做亦来读？怎么弄？人情事理，或者就是推论之词啊。有的是这样，符合这样的情形，这样就然字，符合就当嘛，稳当、相当啊。人情事理，有的或许啊，想当然了，就一定会有像这种情况啊。怕自己的行为这种就会却步却挪，然后呢，因为对事理迷惑，所以就心智也会没六神无主，这样没有主张。那这个如果读成孔颖达的句子，这一句假如是孔颖达说的，可能更明白，就是说何应讲的这句，这两个他对却和或的定义，就解释正确的话，亦或当然，或许就是符合。
原来的样子啊的样子，这谁的样子？正玄的意思吧。所以义或当然就是何应讲的义，或者就是正玄想要表达的。所以他说义或当然，这个或都推测之词，或许就是这样啊，这样就然，就是可以讲翻当字嘛，因为就是就对等嘛，就是就相等啊，相当。对，或许或当然，或许就是这样啊，不管是人情事理上还是正学的用意字义上、啊、接下来就人生十年月有的，就我们就省时间就不讲了、啊、略过去啊，见谅。好，很好啊，这一集到此圆满，那才一个钟头，所以我只是这个圆满啊，那时间就我休息一下，我们再继续啊，我们才一个钟还可以继续。那脸书的直播到此先圆满，那这一集我好像没有分享出去看，不管了，一样我先做一下这个，啊，很好，啊，没有。稀奇古怪的就好，那都帮他订正好。你看，啊，这反而不整齐，我都怀疑是不是有问题。没时间再去细究了。你看我们贡献了多少？这个网站只要流传后世，我们也跟着留名。有一句话叫"复继伟而名一章"嘛。你看，复继伟，对不对？而行义显，对不对？对啊。夫继文得夫子的名字上，史记伯夷列传，对，难怪觉得那么熟，以前上过嘛，我们有实境秀，我看一下就可以了，都给他整理好，对不对？这些校正有语，帮助正权正助周礼，不是正助同理，来帮他整个这个校正，难得看到软元科本有错字、啊、这样就 很棒、啊、到时候我们实境秀也是之前已经录过一次了，等一下还会再录，因为上一次没有讲完。好，我们先暂停了、啊、大家道业精进了，加油了、啊、阿弥陀佛，少造业多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少造业多念佛、啊、阿弥陀佛，我们继续阿弥陀佛。我们上一次把这个啊，那个文科本的这个圆满哦，那到时候我们会录一下这个它的文本进来啊，然后因为我们边整理嘛，就边讲解了，就没有再另外做这个笔记了。可是还是可以把他那个正文录过来啊？那怎么录呢？哎，我想想，啊，一样，我们用之前的那个。给它加括号、嗯、方式一样，那这只是第一段而已咧，哇，对不对？看前后加括号就好。哇，声音哦，我把声音关小啊、嗯，那把这个推过来应该就可以了。啊、奇怪了，哦，我知道了，是因为我们这里的这个关系啊、哦、引文的格式关系，所以贴上来它都会变大的变小，小的变大、啊、原来这个内文是这样就不会影响，奇怪，我们这个就会影响，而且我是保持来源格式啊，它这个是使用目前样式，我们是格式合并的话，那这样也不行、哦、
变都是黑的了。可是黑的有一个好处，就是说我们已经加了刮胡了，初纹也应该分得清楚。我们合并格式表，那我们用保持来源，它现在预设是这个使用目前样子。那保持来源格式看会什么结果，好，就是这样。好，这是我们要的，这样可以。好，那就这样吧。然后接下来我们先讲课文，因为刚刚的经验就是哇会讲到后面的问题，所以我们要看的孙七蛋那一些都晚一点再审理，我们先把课文结束，像之前一样课文结束再看这些参考资料。也考考我们，没有这些注述的帮忙的话，我们解读的正不正确。这才真正考验自己真的有这个实力，有这个程度。在没有我们就在我们的这一台看就可以了，看课本。在没有参考资料下，我们也可以读的，看能读懂多少。你看之前开的都还有，还不错啊，等一下就可以用。礼尚往来，他也都没有空两行，那我主要是看这个，那就照着。接下来是人有礼则安，这刚刚都提到了可是他助害数都是省略了很多那我们就好可以，那不要空那么多了。好，几乎每一句都讲了这个啊，一看就知道要什么相对位置相关字义。拜托，已经学那么多了，还没有这种 sense。人有礼则安，无礼则为，故曰礼者不可不学，对不对？那相对位置相关字义很明显就是安危，对不对？有无？原来是动了这四个字而已。你就会看了嘛，所以它相对的概念就是讲一个正一个反的概念。在人，人什么关系？七星大法怎么说？永远想到对立面。不要死在一点上，永远注意对立面，对不对？七星大法教我们这个，那对立面就是什么呢？单人和团体。竟然没有单人，只有单人床，莫名其妙。单人床也不常用。这个词我也真的不知道它是。对啊，反而单人没有，真奇怪。单人是这个，单人就是什么？相对的就是什么团体，团体就是什么社会人群，对不对？群体、团体、社会和国家等等，甚至世界更大的话，对不对？我问你带回二座，对错问题带回二座。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要空那么多个。要把它拉上来，对错问题回合作是不是都可以？是不是都可以？不管是就个人，当然就个人；不管是就个人还是团体来说，是不是有礼则安？就个人来讲的话，你有礼貌。是不是就比较不会跟人家起冲突，人家也比较敬重你不会无礼冒犯别人，被人家陷害记仇，对不对？这是对个人来说。对群体的话，就是礼是互相的一个规范，礼尚往来，那社会秩序也可以得到维持，是不是？国家秩序都可以得到维持
是不是都适用？都是适用的嘛、然后所以才说得到一个结论，所以理是不可不学。那理者这个很重要，所以说物曰就是所以说。来，说是曰嘛，对不对？所以说理这个东西是助词，要注意它是文法上是助词无意的，可是含有它却是含有这的意思、所以理者就是理这个东西、就可以这样翻、因为理和这是怎么样，者和这是字形结构兼音义，第三招是不是，然后都是双声字，双声没有，双声带也不常用，双声叠韵是常用，它是双声带，还什么假字形的，我们不常用的。这也不常用，双簧管也不常用，我们不是学音乐的，保护程度要这个嘛，保暖丝云雨嘛，保暖声云雨还比较没听过，有就好，全部储存，再回来重新启动输入法就 OK 了，你这个东西所以者和这是不是双声字，者和这是双声，是双声，所以它就会可以通讲，因为是双声所以可以通讲、所以可以通讲，所以就、其实像这个那个它其实就是一个抽象概念，所以它的造字或用字的原理本来就是用通假借字，假借这个发音，反正同音字来用。那这个这原来我想也不是这个那个的意思，应该不是，它是错走旁嘛，跟这个那个什么关系？那我们看一下汉语多功能词库，看有没有讲它本意，本来造字是什么意思？叫没有，本意做代词啊，哇哟，本意就是这了。那为什么从错走旁，对不对？然后甲骨文、经文都没有了，后来的造的字，你看哪有正韵？这个应该有错吧？哪有这本书？所以这是此个这个的合音，对不对？合音字，好像我们讲猪啊，猪是。之余的合音一样，要合音字、合音词，至少他这个有探讨一下。那这个我们查一下《易体知识典》，这看他的字源，他会用一些古时候的字书字典来看这个字最早出现在哪一本书里头。龙龛手经，这也是记录了很多俗字，那时候还验音验银也，所以你看。跟引介有关吧，没错吧，所以它本来根本就不带字嘛。欲篇又知时，余则恶反。知时，这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他不会讲知时反，余则反，因为他两个就干脆讲恶反，有这两个反切的音。知时的话用现在拼法就是直，对不对？因为这个可能入声音，所以跟现在发音很差很多，可是至少知还在，对不对？声母知还在。那鱼
余则是韵母在，对不对？余则现在发音要怎么办？念有有，好奇怪。我啊，余可以转乌嘛？乌而我啊，类似我的发音这样啊，我就有这的意思啊。它是然也，就是这样的样子啊。香言可能是一本书啊，说生之反生的话，诗生之诗，他念诗。那郭的话，可能有一个姓郭的，他说，哦，郭以音，这我就不知道什么意思。郭以音什么？哦，这个字也不太清楚。那他有说龙龛守敬的四九三，那龙龛守敬好像这个没有，可是我们有下展，那个比较清楚。哦，没有吗？是我们这里有。我看我们下载之前好像看过，然后那个页数也是一样，它可能就根据好像是中华书局影音出版的。哦，那刚刚我打出龙汉手进了，我再按 Ctrl Auto G 就可以重送上一次的结果，就是这一本。哦，原来是我朋友宋公明，宋江字公明嘛。哦，他可能向往水浒传里头那个宋江。那刚刚一体知识点说是493，我们就到493页去看看。493果然有这错手旁嘛，是这里。他们讲第几个字就看吧。哎，有了。对，这就清楚多了。郭宜英，哇，遮啊，哦，遮住的遮了，对不对？哦，那为什么说郭宜英啊？搞不懂，郭宜是什么？难道是有姓郭名宜的吗？那再来刚刚那个字，有这一本书吗？奇怪，啊，正韵，这个应该没有这一本书吧？对不对？那个什么 ，Google 整个都没有。对啊，应该没有这一本。我们查中研院书，这那个查书中研院的看看，中研院藏书量数一数二的，在我们台湾没有嘛？这应该是有错啊。这凡称词，有可能是叫征韵吧。当然不是作者查询了，我觉得是不是真的打错字？增补嘛，哦，没还是没有。那，哦，我们看这里没有啊，这龙龛守敬，龙龛守见，所以原来它是迎跟迎送往迎来的迎有关的。我们看这里是龙龛守见，龙龛守敬，对不对？迎宴，所以它原来念宴，因为它言不生嘛，啊，言跟宴是不是声调不一样而已？对啊。原来不念这，可是又人家有说他别人注音注这，哦，甚至是古诞生的诞的字，所以很明显总是他是应该，你看这个玉篇还是引这个也南北朝的，哦，顾野王的，哦，然后什么真韵正韵，哦，啊，今年新集大藏。经言，刚刚我们看那个看不懂的那个，是不是就是这个经言？啊，是香言，它是香言。对，这个没有什么正韵，然后那个书，这个也不是正韵啊，增广，宴饮也，啊，食为这个，为这个，书都改用这没有。嗯，这种说法不是从哪来的？没有吗？我觉得他有版权没有秀出来是吗？非常怀疑，这应该是错字啊，哦，没有正韵这本书，听懂没听懂？很可能是错字，要么注音书法打错，要么猜形字形相近而误的啊，哦，有可能是。好，好，再来。所以刚刚讲的就是其实这个是抽象概念嘛，
抽象它通常都不会为这个抽象的东西造个字，都拿现成有的字来注音，其实就是注音文呐、啊，因为以前没有注音符号嘛，要知道，所以这里文法上是叫助词没有义，可是呢，它含有这的意思，像礼者不可不学礼，这个东西是不能不学的，对不对？像我们看一个你们常看的那个《鸿门宴》。叫项羽本纪，项羽本纪，你看我们看这个就可以了，免费的，他就可以看。像我打项羽者，有没有啊？没有，项籍吗？还真的啊，项籍者啊，你看项羽本纪一开头就讲项籍者，下项人也，对不对？那就是说项籍这个人是，你看也是省略是。下向这里的人啊，好像我说孙守正台北人也，对不对？下向就一个地名，台北人嘛，你知道台北这里的人有没有？这一个特色就是什么呢？名词，你是名词，这个呢是助词，助词是 A， 语助词是什么？英文啊，这个是助词，我不知道英文叫什么，好像是上一次有想。Particle 还是 particle 还是什么、名词，对不对？可见名词加这会读成什么？通常不是说全部哦，通常读成这的意思。可是动词加者呢？这个者是通常读成什么？这是代名词，代名词性啊、比如说我们如礼者，这里的礼者，对不对？还有项籍者，对不对？这种者啊、就项羽，我们刚刚看到项籍者，我们就一样，这里是点教本的295页，那我们这个有点教本。《史记》，你看点教本，可《史记》好多啊，怎么看是点三家注，好像叫三，哎，加个三家注，为什么叫三家注？你自己再看，所以它这个已经超过了版权，所以它开放。那刚刚看是第几页？ 295， 所以不重也不远了、285加10嘛，那就305，你就知道象棋者是在讲这里，可惜他这也没让你加个文字、然后这样项羽本纪，那我们加个连结就好了，你就知道这个从哪了。那礼者当然本科了嘛，礼这个东西，项羽这个人就项羽，这个意思就是项羽这个人啊。明白？所以他都这，这就是这。那动词的如作者最常碰到，对不对？死者，对不对？那这个就是什么？死亡者。还有我们刚看到一些例子，什么？我之前想到一个很好的例子，生活的，写这的人。要注意它是的什么，你要从上下文啊、记者就是记录新闻的人，注意啊、这
小字叫附注的意思啊，所以者就是的啊，注意这个。那不一定是的人哦，的什么要看上下。上下文啊，才能决定，要看上下文才能决定，到底是的人啊，的什么啊？嗯，因为我们在实作的时候，实际上读文本常常看到哦，他有时候不是的人的什么的话的情形，对不对？的什么刚刚就碰过啊，注意，我一时想不到啊，查一下国语词典，看可不可以帮助我们。嗯，霸者就是称霸的人，对不对？称霸的什么人嘛？啊、嗯，盟诸侯啊，盟主都是人嘛。你看，记者做的代名词性嘛，对啊，啊，然后他一样，他都是人啊，他有讲事物啊，注意对，可他没举这个事物的例子，很可惜啊。嗯，哎，像这个，哎，这哦，孝悌也者，这就是我们讲的，他是把它当助词无意，可是也可以读成这个，对不对？孝悌这个东西啊，大人这样的人，对不对？这是名词加者，大人这样的人是不失其自知之心，对不对？的样还有的样子也可以，旁若无人的，哎，这就是我们讲，他其实还是的什么的样子。对不对？就是刚刚讲的不一定是人、哦、所以它不一定是的样，完全等于的样子，要注意、哦、的什么你就这样记比较好，这种比较不好，就好像我们前面谈的代词性助词，一般文法这样讲的不好，你自己想想我们讲的这个比较能够 好接受好吸收好应用，还是人家讲那个比较，这种都有点支离破碎，不符合实际上你读书读文章的时候的应用，真的还不如这样，你还不如记说哦，动词加者跟名词加者这两大不同啊，基本是这两大类啊。好，所以这一句话就是礼者不可不许啊。那这个一样，我们给它做个书签啊。所以说礼者，你这个东西是不可不许。整句话我们再做个语义、嗯、整个画个表格来对照。你这样的东西是天字还原，对不对？常常省略是不可以不许的啊。啊，就是也字、嗯啊、所以这样对照礼者这样的东西，这样你才真正懂它原文是什么，一个都没有给你漏掉、啊、都没给你混，哪一个国文这样给你教的，你自己说、啊、你看它有这又有的，有没有看到、嗯、有这也有的，可以合在一起讲的，因为合嘛，不像我们卷凳席到底是猪还是走路，这两个不能合、啊、为什么？猪当然你可以想快也快，想慢，可是猪圈里的猪不一定这样走啊，是这样才不对，只要可以合在一起当然 OK 啊。抱歉，我们那个脸书直播啊，暂停一下，他又停了，阿弥陀佛。好，阿弥陀佛，我们继续啊、哦、阿弥陀佛。好，嗯，是不可以不学的啊，啊，哎，为什么这里多一个？啊，这样就清楚了。好，这样这整句就完成了啊。人啊，或者人这个团体、人类社会，有礼就有安定或者安全，个人就安全了 啊。那没有礼，这个人生就危险，或者社会就动荡不安，对不对？不安嘛。
所以说啊，你这样的东西是不可以不学，不可以不知道的。哦，再来补充一个，学是科学语言，对不对？就在这下面，对不对？学科学语言的读法就学习。对不对？文学语言呢，读法就是懂、知道、了解，或者什么重视，都可以啊。你会去学，一定重视嘛？不重视怎么会去学？浪费你生命时间，对不对？那一定要懂的，对不对？啊、对，不要呆呆的哦。理这个东西就翻成理这个东西，所以。理者不可不学就可以翻成啥？这是因为嘛？哦，因为，所以，不可以不知道的。不重视，对不对？不重视、不了解的，甚至不存在。是不是？这都是从学翻出来的。再来顺便提一下，不可以是否定，不知道是负面的，否定负面的，这才叫双重否定。不要都不管他文艺，就是看到两个格，那你说这里有几个德，到底是不是双重否定？不重视负面的、啊，有一个不可以否定掉，不就才这才是负面，去用负面的否定掉，才叫负负得正。所以要正视，不能不了解嘛，对不对？不能不存在嘛，对不对？不能维护嘛。不讲究也不行啊，哦，翻不完，所以翻译然后一种答案，对不对？不要被以前的那种错误观点误导了，哦，好，这一句就 OK 了。接下来下一句，弗里者自卑而尊的这一句就精彩了，哦，因为问号很重要，所以我含在里头一起来。怎么了？有人来看直播反而啊，来前面这个理者一样，对不对？那这个弗是发语词，这个我整理一下。按住 Ctrl Shift， 再按键盘上的加减乘除那个加号。就可以变成上标的那种像注脚的标号，然后理者前面讲过了啊，复习一下，理这个东西，你看这个够清楚啊，谁跟你这样讲过啊？那是为什么者可以翻成这个东西？这里都讲过了，它其实文法上是没有意思，可是它有含义啊，这是含义，然后。弗这个发语词是没有意思的，发语词是无意的，可以想到字形结构兼音译的话，你可以想到什么？还有字形结构换部首的话，可以想到弗，对不对？它是念。你可能还可以想到别的，对不对？同音嘛，同音都没有，要加这个词汇，哇，什么同音共律，那这些词汇干什么？口同音还勉强可以，
众会同音，这个我们之前讲过，会表示人的嘴巴，原来是指鸟的。这七星大法用来人跟动物、人跟自然界的会同啊，那有同音字反而没同音。以后我就打得出这个词，那一样重新启动输入法，所以这个小小输入法之前都介绍过了，这里就不赘了。你看我现在就打得出同音这个词，可是要是选第二个啊，同音就说刚刚没有，所以它是念符，可恶，这个哦，可惜那个黄培文老师那个转注音的我没有装，我帮他写的。那其实可以直接汉字转注音，我就不秀。先这样，符，它是念符，那当然要顾到不是台湾的，啊，就要附一下汉语拼音。尤其我们现在台湾地方也都是用汉语拼音嘛，地名招牌。那这漂亮一点的话，要用标楷体，啊，比较明显。那这个是用。简宋体会比较好一点啊，念符，然后我就注意，那么它的发语词啊，就是什么叫发语？发是出发嘛，啊，开始一句话的那个语助词就叫发语词，开始一句话一句语言，对不对？它是没有一哎呀，你这个东西，你前面讲过了啊，和前面一样。那这个怎么办呢？加个超连结，前面已经弹过了，对不对？那你点下去，超连结就跳给你啊，李哲这样读，对不对？所以他说：“哎呀，你这个东西啊，是自卑，又省略了是，对不对？”所以来复习一下，是不是？这怎么翻？是不是是省略，所以要添字把它还原掉，把它省略的还原，所以叫添字还原嘛，不是乱添。他一定省略这个罪字，他觉得可以省略，不用讲出来，所以文言文就讲简练嘛，对不对？要简练、简洁、有力，所以一些罪字他就不讲。嗯，好，所以这个弗利者自卑而尊人，所以这句话就是翻成。一个字一个字都讲吧，不用透过你。哎呀，你呀，你这个东西是，对不对？这一样天字还原，它有省略，所以天是自己谦卑而去，而能够去也可以，而能去。尊敬、敬重、尊重，从尊想到尊敬、敬重，那么都单字想副词。别人、他人都可以，对不对？那这个比较长，我们就改成横排式。我已经是横排了，那就没办法。那我们可以把字形缩小，你看。是不是？哎呀，你这个东西是自己谦卑而能去尊重、尊敬别人、敬重别人，对不对？一个都没有给你漏掉。虽来了，精彩来了，虽然复犯的来了，这不要再加这个了。虽当然是虽然啊，这个。单字想不死，你也可以知道白话的对不对？就是因为白话的虽然是虚字，它才能省略掉嘛，对不对？因为白话的虽然的省，就可以知道
原来，所以你写现在写白话文一样，可以写个衰就好，何必还要写了？那为什么白话？同音字刚才用了太多，多个然意来构成副词啊，以别区别之意啊。因为同音字太多了嘛，啊，所以这里是这一样，我们做连接。啊，虽然是复犯，来这个来了，刚刚才学，对不对？复犯者是动词。加者，对不对？就是这个者是什么的？这就是者，这是代名词。啊、嗯，这代名词，参见前面，对不对？参想前面，前面熟了，前面在李者那里已经弄过，者什么意思？对不对？对不对？复犯，复是动词，啊，我们说负债。负债累累是背负，甚至暴负，胸中抱有什么东西，对不对？啊、哦，它是动词。然后呢，犯也是动词哦。我们单字想副词可以想到什么？自动贩卖机嘛。连这个词都还没有。以后就打得出来，对，摊贩不是摊贩哦，摊贩是转成名词用了，嗯，他就是在贩卖叫贩啊、嗯，在那叫卖啊、嗯，所以他这个副犯者就是什么富而犯，这是什么省略组连接词。背负，当然白话就不要负了啊！背着东西去卖，这个去就是而去，对不对？就是复犯的意思。你看白话要讲那么啰嗦，我念两个字，那复犯者呢？可以这样照贴过来，背着东西去卖，所以它是去，这里就其实不要鹅了，去其实哦，原来去也可以当连接词，对不对？去卖的什么的人啊？注意啊，这个者就是的啊。嗯，就是说这的那个啊，至于是不是要看上下文？
啊，这里当然是人啊，背着东西去卖的人，就是负犯者的这个词的结构整理法，对不对？这个省略嘛，所以是天字还原，省略连接词，背着东西去贩卖的人。那这个是不是靠体力劳动？我们现在说的蓝领阶级，到目前也是地位，卑下的，所以就是贱，这不是骂人啊，贵贱的贱，对不对？卑贱的，啊，所以他就是说，虽然是地位卑贱的人，然后呢，就是负犯者。虽然是偏置还原，负犯者就是我们这里就一起了，这是文学语言，对不对？原来科学语言的读法，这个是文学语言的读法，对不对？科学语言的读法是虽然是背着东西去叫卖的人，这是科学语言的读法，这样子会分啊。那你不能呆呆的只读成科学啊，像小孩子童言童语一四一二者啊。总之，这叫什么？用负犯修辞上借贷地位卑贱的人啊，所以这是用负犯者去借贷地位卑贱的人啊，所以要翻成这样才是完整。啊，不要说虽是叫卖的人也对，可是就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然后关键来了，那个必有尊什么意思？不要像课本啊，课本的注释是错的。我们不要说错啊，不当的，其实已经是。看一下课本是什么书，因为我们上课已经提到，所以这不是完全的实境秀。你不要说我自己有备课哦，不是。你看他怎么说？那一般网络上翻译好像也是这样，我不知道，我是听同学讲。你也知道，我们几乎都没有看人家的资料哦，答案。所以说，子虽贫贱之人，亦有其人性尊严，当以。中国文化大学啊，大学国文学，108年版，107年版呐，啊，这107年版第几页第三注，26页。讲得太清楚，因为有好几个版本啊，我这个用小的就好。子虽贫贱人，亦有其人性尊严，这是错的。以负犯为业，用背着东西去卖作为他的事业，对不对？他的职业，比喻贫贱者，这就是文学语言嘛。啊，比喻贫贱者，啊。好，这为什么错？因为原文把原文的尊读成了名词，来了第七招叫什么？先抓动词嘛，对不对？成了尊严，对不对？尊严是名词啊。然后就不得不添个动词有，然后呢，
句意又不完整啊。怎么说不完整？你想想看，虽贫贱的人也有他的尊严，没讲完啊。又因为句意不完整，在天和当与尊重之不足。多此一举，对不对？这个是猜码，我觉得他不需要多这个，有吗？我已经把这个拿掉了，这两个都可以不用。降至入声都太文雅了，很少用到这些。那么多，啊，实在是说，为何不直接读尊为动词？是不是就先抓动词？所以九阳神功好不好用？取句即为。此句是啊，必有尊也。必定会去，或者也一定会，也当然是天字啦，没关系，一定会去。尊敬、尊重，然后他当然是，或者他们，对不对？当然是天字还原嘛，尊敬谁？对不对？啊，是鱼尾助词，这不就好了吗？对啊，关键在这个“有”字。就是被直觉干扰，对不对？如《论语》终于出现了啊，千呼万唤。所以一直舍不得关，就在这《为政篇》。你看人家怎么翻？都会，看到没有？得到，得到就是有嘛，所以都会得到，他都当然是接，会得到就是能有，所以是不是有没有的有嘛？那会得到是不是修饰饲养？对啊，它是一个语助，这个动词的助词可以说是助动词嘛，会 will， 对不对？助动词啊，英文也 will 是不是？WILL 是助动词嘛，将会得到饲养，而且他这还没翻出有的意思，得到妥善的饲养。那你很妥善的孝养孝心不够的，因为即使犬马你也会好好的去养它，这有它反而没有翻出来。
回正篇。就是这里，就是极嘛，此就是这嘛，就是这里，必有尊也的句式。句式就是句子的结构样式啊。啊，对不对？有尊。有氧不是有氧舞蹈，不会把氧读成名词吗？那这里为什么？也因此不会把有当。有没有这个对不对？那这里为什么尊就为什么有尊就要这样读呢？可见有加动词是当时习惯的语法啊，是不是要读成有要读成会去或好好的？是一种副词或助词性，嗯，对不对？会去好好的，比如说皆能有氧，都能够去好好的养它，这是全马嘛，对不对？是不是全马？对啊，全马。能够当然就能了，或者会，会可以在能够这里翻，或者在这里翻都可以，对不对？看你要放哪啊，去好好的养它嘛。这里当然是省略了。养谁？是不是？你就知道，刚刚那个都能够去好好的养它，那一样啊。必有尊也，就是什么？必定会去好好的尊敬它。尊重他，然后哎，怎么样？什么好好的就这样，是不会打折嘛？对不对？拐弯转弯，对不对？不会打折转弯呢、啊？啊、嗯，这当然是天字还原，他已经省略了受词嘛。或者你可以说找对主持也可以啊，新年快乐省略了，对不对？对啊，啊，刚刚那个原来是右边还要再加一个，这也是嘛，跟这个一样嘛。
这里当然是复述他们卑贱的人，对不对？地位比较卑下的。啊，错了，少一个。必有会去，必定会去好好的尊敬他啊，对他们嘛，对不对？是不讲条件，没有前提的。嗯，是不讲，没有前提。是无条件，这样才对，否则像课本，难道没有自尊？有人没自尊啊？对不对？难道没有自尊的人，因为有自尊才要去？对不对？因为有自尊，所以他这个问题出在哪里？他没有写因为啊，啊，那其实内涵就因为有自尊，所以应当嘛，对不对？所以是他的意思，这里经文的意思是。就是无论是怎样的人，都要去一视同仁的接尊重嘛，才是你，是不是才对啊？所以他这个是，而何况富贵的呢？所以这整句应该是怎样？我们换个词啊，即使是，所以最后结论翻译应该是，即使是地位再怎么卑下的人，我们也应当要去尊重。这应该是意义，翻他的意思。他的大意是这样，尊重，我们也应当要去尊重他们，而何况是富人，对不对？是这样。那这个富贵是什么？顺便讲一下，富贵等于富陈前省略嘛，这个叫陈前省略啊，这个叫陈前省略。没，因为前面有者了，富犯者富贵，当然你也知道是富贵者，何况富贵者乎？对不对？对啊，啊，陈前省略、啊。虽然是地位在低下人，也一定也是当然是天资啊啊，也一定会去尊重他们，而且是好好的。也应当要去尊重他们，一视同仁，不可以有大小眼，对不对？对呀、啊，或势利眼，对不对？对呀、啊，何况是富贵，所以怎样？礼的原则是公平嘛。
你看，还要等到我们现在才讲平等吗？对不对？对不对？是公平、平等、不伦归一体适用啊，要添一些词汇。大小眼他就没有。嗯，好，一体适用也没有。一体就是大家是同体的，没有分谁了不起，谁比较活该，该被人家糟蹋。嗯。所以你也可以知道一点什么，绝对禁止霸凌嘛。对，绝对禁止霸凌嘛。欺负人家，瞧不起人啊，来，我绝对禁止霸凌和瞧不起人。这我之前没有补，所以现在吃亏了。停车再来补，没有打错字哈。霸凌是这个两个字嘛，对啊。唉，瞧不起人也可以。什么时候跑到这个中华百科全书？为什么会跑到中华百科全书？哦，是要看这个注前面那一刻，周礼这个没问，没事。哦，在找那个，好，瞧不起人就可以做个词汇，不要瞧不起人，千万不能，就违反了，所以你不能说人家有尊严，没有尊严就不用尊重啊。不通嘛，是没有条件性的，是无条件的，这很重要，对不对？那个其他人解，你看他们为什么这样？前面分析过了，他就把义友当成。有没有尊？我还讲不通呢，因为他就卡死在有，一定是动词尊，那 就只能当，总不能两个动词撞在一起啊！他不知道有你是做动词，哎，这最后是有跟动词接在一起，这时候有退位了，不再是动词，它变成副词或者前面讲副词或助词性了、啊，对不对？与那个助动词性啊，自己说嘛，讲这一句就 OK 了啊，何况富贵的呢？那必有尊也，这应该也已经随夫犯者啊。这我怕以后，这是重点啊。以后文章如果还有增补的话，就隔得远了啊，那多加一些。这样以后要看这个文件也比较好看，要注意，所以你看，我这个就是同学上台报告，做老师教大家的时候，我也是一张白纸，我没有课前备课，也没偷看注释，所以我不会受他影响去想，那我就不会抓这个是动词嘛，我就想说也一定会去尊重他。还有啊，对，有要补充一下，有强调的意思是怎样的？要学啊！
你说它是 一组词也可以啊，有这个词吧？词组，文法上应该有这个词，有吗？片语嘛，对啊，类似。除了有氧有尊，白话一点，这样的句式或说辞外，又如啊，孔武有力，这个生活中常用的。对不对？有钱人的有，啊，台语有美，五岁，这个其实古文很多。有加 ad 接形容词，啊，也是很多的。这都是强调修饰后面这个更怎样，像这个力热也可以说是形容词，很有力量。那很有就是这个，比很有力量还更有力量。啊，你看，我们去查词典。它就助词性或副词性，千万不要再以为它只能读成或者我们说有无，对不对？脑袋不要来复习一下七星大法教我们什么教训？不要死在一点上，永远注意对立面。是，哎，这个有在专门为有讲一下，这很特殊的，比如。我想词典字典应该会举例，那《诗经》里头有很多，甚至有加什么 ad， 总之是修饰词，有加副词，闽南语。可见闽南语是保留了这种表达式的，对不对？我们看例子。这个就是动词，对不对？拥有，你看，这个当然形容词了，多，哎，有年，对，可是它是名词，有了年纪，啊，故意有心犯错。其实这个原来还是动词性，有这个心嘛，它只是整句话里头它不能当动词啊。这个我们先最，你看它变成最有下有轻，这当然不是非常。对不对？是也没错啊，这是也不能说最词，有时候也可以说它是语助词也可以，就是构成一个副词性的作用而已。有苗啊，还有最词哦，文法还有最词，你看啊，竟然没有，搞什么？孔武有力哎，对不对？它比较类似这个什么最词作为音节，当然不只是作为音节了。对不对？我们看大一点的啊，比如说这个详细解释，或者汉语大词典都不错，之前的经验。你看，有劳哎，有请，这个还是从有没有衍生出来的。那有钱其实也是从有没有，只不过它变不是变成一种比较，对吧？有那个有是加再加强了，这个不是啊。然后你看都不讲孔武有力，奇怪。
那么好的例子，那孔武有力的理由是什么意思？那么。有，当然不是，这是假设的意思。有一天，有，因为存在嘛，所以可以表示过去式、完成式啊，已经有了，继承的事实，有劳有请啊，这有点像那个代词性助词了，它没有代词性，有劳啊，类似刚国语词典讲，它是归类在最词，对不对？有劳有请。表示客气，对呀，你看有没有？这是刚刚最词哦，词缀，这还真有这个。应见又，当然不是又啦，太夸张了，完全都没有。具有怀有，从具有怀有引申为非常有，这个就是前面讲客套哦。尊者对，卑者敬见识啊。你看这个"必有尊矣"，其实有点类似那种客套客气，下级对上者，我们也要自卑而尊人嘛，对不对？你看他是不是接的这一句"自卑而尊人"，所以他有客气的意思嘛，对不对？必有尊，可是这里就跟那个"必有"。养也就没有那个，可是你当然是尊重这个犬汉嘛，看重他们才会对他们很好嘛，好好养他们，这个《诗经》里头很多，你看君子有酒，当然不是只有有很多酒，你看有由多也，对不对？有美有什么哇，《诗经》很多，比如我就记得有一个有尾。好像是这个，只要我没记错的话，你看"铜管有尾"嘛，静女，对不对？这个不会霸凌，就前面刚刚看过，我就不写了。有客气的意思啊，又文字菩萨，这个是。静语。静女篇，静女其实就是这个静女，就是美女。我们同学很棒他也想到这个静。后面我们会看到冬温夏静的静，他就想到这个静念静。对呀，静女就是美女，不是安静的女生当然，安静呢就表示比较娴熟嘛，不会疯。所以静都有美好的意思，所以静躁不同。对，兰亭集序才会这样用，这就是毕竟我们讲富有，对不对？现失事之有就是不是普有没有，是非常有很多。那这个是有奸情的有了沿用表示某一部分，比如说有地方，有地方就其中的局部嘛，作为有还可以作为，这个比较难的哦。有了智力，只好只能，当然不是。待会要做这也不通的。名词词头，这是有亲啊，有名，这就最。你看它是归在助词，对不对？有业，动词头，无能有定，动词，这就是我们的有尊，对不对？类似我们这里，可他没强调这是无能有定，是不是把它弄得很安定？很安定的很就是有嘛。那欲知有弊，诚感这个也是嘛。有弊就是很有帮助，大概是这样。
用作套也罢，有劳有请也是啊，这都可以。这两个形容词词头就刚刚讲的，有没有？这是参与大词典资料。所以我把它取代为那个晃行，就不会隔那么开了。这就是。然后还有一个19是助，所以它是助词无意嘛？你看王，我就记得王隐之他们有讨论这个，王家这两个很厉害的训诂大家，清朝。或有的就是有部分衍生出来的意思啊，你看或也是有部分，我们讲过或就是有的嘛，或约就有的人说，甚至有在那个地方，就是表示居住的，还可以通有，这完全假借词，对不对？哇，你看这又是要王家啊，这个高邮，江苏有一个高邮县啊，他们高邮王家。父子，这个父亲，这个儿子啊，来解释它，使用，你看，有用，这样就好了。还有通用啊，是另外。然后你看，同音同角可以，当然这个字形结构换部首，对不对？变成个又，那这个完全就是同音同角或者又，其实有这个东西本来就跟又有关，造字之初啊，这个不能再扯了。那这个我们再补这个就好。对不对？这就是我们讲的形容词词头。参阅王隐之《金传四词》卷三的有，很好，所以要去看一下他那里，这个很重要。我们花点时间好了，我就是喜欢这样实事求是。别忘了，别以为我们浪费时间。就是因为这样之后怎么样？我们前面有多少次因为肯用功？你看东南碎碎第五风都破天荒的，避免人家错误，自己又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因为这个书我有帮他整理嘛，我们去看我们整理，看王隐之怎么讲。你这样对有就更认识了，不要再背以前哦，有没有？你看课本。他是不是展现给你看的？编课本总是专家，他都会陷入这个迷思，犯这个错误。各位啊，不是专业的，能够不犯吗？来，他参见这个有，他没有引用王隐之哦，我就用有时去查，你看，不是，有坟去查。或有弊啊，这可能念粉或弊，我查一下，不要误导人家，对不对？或喷粉呐、你想到坟墓的坟，你左边是土，对不对？坟，有坟，坟是草，跟草很关，表示可能草长得很茂密，对不对？很多很多就有香味。注意啊，天涯何处无芳草？那他是说这里是石，果实累累，对不对？多石。天涯何处无芳草？那里草是花啊，因为花是草本植物的花，不要以为那是草，它没有有坟，那如果光找坟呢？光找有就太多了哈。可是它有给我们一个线索，是卷数，所以我们看卷数是第几卷。那这个小一点啊，这个大家瞄一下就好，不要那么占篇幅。这个段落，当行间距而是哦。我现在16点，那就18点就好，是几点啊？这只是给大家参考，不要那么占篇幅。然后这个录一下，参考的资料，对不对？看这里，你知道，
卷三，所以我们注意一下卷三。九点半，好快！哇，你那个坛友，你看268笔啊，我也是发育的。哎，这个有人整理过哎。那摊位有哦，有点进去有，我看一下，这是我之前看的版本，应该是要看历史对吗？又是孙守贞看到的，我们就比较鸡婆嘛，啊、嗯，好，就根据这个本子，有货啊。有耶，这不是我们要看的、啊、就你看一下它内容讨论，有为耶、啊、这比较清晰啊，到了再到那里，有状物刺史，有焚其史，你看它竟然变，这一定是用人家资料，因为那时候打不出这个或乱码，它就这样注词，就是我们要谈的，对不对？所以从这里开始看，先帮它整理啊，还有错的。所以你看这有没有，所以它自动连结，所以它已经有人整理。嗯，在未命名师这里吧，有状物之词这里。啊，若诗桃夭，我们说诗经很多，是不是就证明了？啊，桃夭这一篇有焚，果然吧。有焚其实是也、啊、就是表示它的实是很有焚的，这个倒叙重组、啊、那些果实是非常多嘛，很有，刚看过焚是有果实多，那形容它特别有，是状物性，所谓状就把它的形状状态描述出来，那当然绝对不是贬义扣分扣减的意思，一定是加分加重，比如说我们说是有very 非常狠的意思，加强，对不对？他街坊使就其他街坊，来啦，这个换部首变人字旁，是不是也有写这样的？一样都是仿效啊、嗯，懂吗？不能念仿啊，都要念三声仿，就是通刚那两个仿啊、嗯。这只是帮他补这个字，有分析师，我看下一页。有语助也，这就是精彩的，我们要注意的。嗯、校对一下。有怎么样是语助也啊？一字不成字，对啊，不成词嘛。它要构成两个，这当然不是我们这里。必有尊也，必尊也可以嘛？干嘛还一字不成词？所以不是啊、嗯。则加有字以配之，去搭配它，配二助，就是他们文法上讲的缀字了，点缀，对不对？然后若余下殷周皆国名、嗯、国家的名称，而曰有余有下有殷有周是也、啊、若就是好像例如，对，例如的如嘛、啊、这也若是这个意思，是也就是是这一种情况，凡国名上之上加有字者仿此，类似模仿这样、啊、就类似这样的情形，这样的情形就是，然后推之他类亦多有此啊，这有他没有挂起来，意思就是亦多其他的类也有类似这样的情形，也有这个有是有没有类似这样的情形、啊、故邦曰有邦啊，这是他类嘛，不是国民啊，邦就说有邦，它其实是一个语助词啦，对不对？讲邦就好，要讲个有邦。然后书高尧摩说量采有邦，这个采一定是采邑的采嘛、啊、分封诸侯的、啊、封建那个采邑，他说量采、啊、有邦，又曰无教邑欲有邦、嗯、无教邑或者无教邑就放逸他的情欲、啊、或欲望、啊无教亦欲有邦，那家曰有家，邦曰有邦，家曰有邦，他就举例证，不是他随便掰的嘛、啊、
这都很科学，对不对？所以你不要以为中国哦，人们就不讲科学。前面我们谈论过，人文的人要有科学的特质，科学家也是要有人文的素养，这才是有类似孔子说"文质彬彬而后君子"，科学家就类似子嘛，什么东西都说一不二，哦，硬邦邦的。然后文学家就好像比较暧昧模糊的模棱两可，那你模棱两可到没有规矩就是放纵了。前面讲的放逸不行吗？不能让他逸嘛。哦，文质彬彬不是很好。高尧曰："术业俊明有加。”然后我们就不讲解字义了。易卦《易经》里头，家人卦说初九曰，《易经》家人卦的初九爻，它有这样的文字是说什么？咸有加。那巳曰有巳，这个我们都略过啊。立正篇曰，乃。哎，他这里没有。哎，立正篇曰，他这里断错了嘛？立正曰，这样才对嘛？乃有四大境，来了，很好，这个很好。相对位置有对什么大嘛？我们当然断章取义啦，不一定对。对不对？有事对大境的话，有是不是对大？大是程度大，修饰的，语助词嘛，帮助或者副词啊，形容的。妙曰有妙，易经的萃卦，还有换卦，这里应该不能这样断，应该是易经萃换二卦，这样才对嘛。易经里的萃换二卦。的彖辞，彖辞其实我不会用书名哈，没关系啊，懒得改那么多。彖辞都说并说并曰就都说，你看这一定大陆人整理的，所以你看要改成那个简化字，通行的。并曰王甲有庙，这个甲是革的意思，就道，是我以前学过。因为甲，你看它里头有脚哦，脚的动作有手哦，这个是手，先不讲，就是王道王立林。或者以前君王叫姓嘛，临姓宗庙啊，到了庙的应该是这个意思啊。那其实庙有就是一个发语词、语助词而已啊，就是王家有庙就王甲庙、王道庙了啊。那居曰有居，书尚书的盘庚篇就有这一句话说，名不是有居，方曰有方，方是地方的方啊。多方篇就是一个土地、一个领域啊。告有耳多方，有方多事啊。告耳有方多事，告你们耳如果到了有方多事，就各方人士啊，可能是这样。又来了，你看相对位置有对什么？居中对多多，刚刚是对大，对不对？它都含有多和大的意思。下曰有下，君士曰上课修，你看这个修它也。和我有相啊，可能要修和义啊，媾和了，媾和就是签订和平条约啊，上课修和我有相啊，应该不是汉呐，汉是很后面白话文的，通常古文都是和了，和平的和，和气生财的和，季曰有季啊，所以这个要标点的话，应该要这样标。更清楚，季会说有季，下曰有下，那我们都帮他标好了，重来。而曰有余有下有因，这个不用啊，标的太多太累赘，故邦曰有邦。然后呢，家曰有家，事曰有事，对不对？妙曰有妙，你看他先交代活人，再交代死人，有没有这个次序？人家都很讲究的。可奇怪，居曰有居，可这居不一定是居住房子的居哎，是不是已经到了？刚刚明白这个刚刚看过方曰有方，下曰有下，这是下哎，
哦，这个是华夏夏，不是夏商周这样，所以它分开讲啊，华夏民族，应该是这样。然后纪曰有纪，西21年，《左传》有这一段文字说，食司大号，号它好像是百日部，哇，这个也是。这是金篆字词，我有扫描这个，可以去参考。不管了，我先用它这个。大号与有纪之事啊，纪曰有纪，北曰有北。就是你看，从这么早，什么尚书那时候习惯人，他们就很喜欢用这个"吾"嘛。现在台语还留着"吾安啊，吾安啊"啊。你看现在选举也这样，"吾宝吾宝"就变一个意思，其实不一定是有没有有没有啊。当然，它有这个意思，有时候它其实是。你看，这也是一个乱码。然后北曰有北，哦，很好，果然就是一些怪字，它可以用造字的，所以上面一个日，下面一个大，再两杠，来看看应该打得出来。北曰有北，那他干嘛这个加这个符号？哦，它这个表示造字啦，它这个符号不是偏名号，上面一个曰，你看现在都打得出来，对不对？这是什么字啊？好玩，这一定不会收的，不要浪费时间查了。维持点是一般的，好看，当然看正字表示什么意思，那个可能是别的字的异体字，比如。哦，号也可以写成这样，它也是号嘛，同号嘛，号曰有号，号的意思。哦，《说文》是这样写，所以号曰有号。然后诗相伯，《诗经》相伯这一篇就有这个文字说，投币有北，又曰又有另外一段文字说，投币有号。然后，帝曰有帝。哦，你看他不厌其烦，哦，不厌其详。昭公二十六，鲁昭公29年的《左传》有这一句文字是说：“孔甲扰于有帝。”啊，你看又来了，大陆人整理的。哎，对嘛？所以他以为这个繁体字要转回来了。王曰有王。叔，新，少告，这要念少啊，就这个少，少公，少告曰，有公虽，有王虽小，王曰有王，所以忘了给他这样，有王虽小，就是我们王虽然可能不大，但还是，师曰有师，这个最常听过，哦，对对对，有师，对不对？师就是不说师，就是正曰有正。有证，你看现在白，现在当然很好了。白话俗话也要这个正妹五正，这些就台语的那个啊，非常正嘛，有没有正？绝对不是有证而已，非常正，有没有很好？九告，这应该尚书的篇名说，术士有证，这当然不是正妹的正啊，这是应该是品性的正啊。越术薄君子，聊曰有聊。他又举一个例子说，这里他又错了，聊月聊要这样。若告曰，烹饷即有聊，名作有功。你看这也有聊，有聊和有功的，可是这个应该是有没有功劳的有，否则也类似这里助词的用法，就是功劳很大，就好像孔武有力、有功有力一样，不是普通有力。其实功就是力，你看它右边读边读左边的功嘛，功加力就是功嘛。其实有功就是有力了，这种力是有功劳的，是正面的，好像物理里头有功，对不对？功能啊，势能啊，物理系的，因为我以前是科学的啊，应该知道我在讲什么。名曰有名，我刚那个有诗很好。高尧摩，上书高尧摩说：“余欲我想要左右有名。”左右注意是什么？
不是左右他，左右他的观点，我想是这个左右，庇佑他，希望保佑我的民众，所以这个有还是助词没有意思的，有名就是民众，众曰有众，一样的道理，跟名曰有名，汤氏曰，汤氏应该也是尚书，你看他这个掉了一个金，他也掉了一个曰，所以等一下我们要把它砍掉。汤氏曰：“今怎么样？”下一页一定有这个“约”和“今”字。对啊，为什么会那么不整齐？王这里啦，王曰：“有狼书照，对不对？”王曰：“有王书照。”昭告这里才断开的，这样才对啊，这样就整齐了。你看约经是前面的嘛，就可以砍掉了。曰而有众啊，盘根篇说《尚书》盘根篇就有这句话说：“其有众贤造啊，而有众就尔众，你们大众啊，其有众贤造。”哎呀，这个应该是发语词，大众一起共同来完成的、造就的，对不对？啊，又曰有又，啊，就没了。那、没了，下面是或、啊，所以它是并没有像我们分那么细啊，有只有稍微刚刚好像《诗经》提到一下啊，盘庚曰：“吾若孤有又。”正曰有正，公曰有公，刚不就有了吗？对不对？他把那个例子好像跟这个有公是分开的。正曰有正，《论语》为正篇，只要这样嘛。篇要放在里头，提出篇的这个应该挂在里头，为正篇。当然，原书篇是不当篇名的，所以严格来讲应该是这样是没错。可是我们一般习惯还是这样标比较对。为政篇有引尚书，引书曰，当然他这里不标可能不一定是尚书啊，那里也可能是王毅的尚书啊，王毅不掉。引书曰，现在的尚书可能没有这一段话，所以他直接不引尚书，说论语引书啊，哎，有余兄弟，失于有政，又来了这个余，刚勾余，对不对？失于有政就失于政啊，那有余兄弟就有兄弟啦，这个余也是余助词啊，对啊，他也是这个余嘛，我刚刚没发现。那事曰有事，来了，这不是有没有事情了吗？这个很好啊，你看现在都有事吗？你有事吗？哎，这边那易经正卦的六五爻有这句话说无上。你看这更明显了，简化字干扰。哎，它是这个上。应该现在字也打了出来，我们找一下。什么找这个国学大师。查他的异体字。哦，三个钟头了，我们要做一个结束了。哦，哪一个比较像？有点像，这个也不像。这是上面一个死，有点类似这个，对不对？我们看看像不像？没有，就用它上就好。无上，对吗？哎，还是不像。哎，是啊，对不对？它这个，我以为它是连笔，不是，所以应该是这个上，因为那个口看不太清楚。无上有事，啊，公曰有公。我刚刚提到了，他怎么不并在这里讲啊？见上哦，所以你看，见上文有聊，对不对？刚刚就看过，你就知道我们有没有程度了。你说，你看，对不对？自己倒带看嘛，哎，不啰嗦了哈。所以真的宝贝都不知道，所以伯乐，我们是千里马，要伯乐才是恩赐嘛。
一般人哪知道，只会让他讥讽。你们碰到一个不得了年轻却学问很好的老师，当然好像有点吹捧，可是真的我们孤陋寡闻真的很少碰到这样，你自己去比看看，假如有，我希望你多多指教，我也好长见识啊。见上有聊下面啊，举的例子，比约有比，盘根这一篇尚书里头一篇，何不计正幼孙有比，其约有吉。哦，洪范就说了，尚书洪范篇的黄见其有吉，就黄见其吉，黄见吉，甚至其可能都语助词啊。有吉不是有到尽头，没有是到了最顶端，不是有没有。有到尽头好像就完了，不是，他一直有吉就是无限的。就是类似我们佛门门里的无上正等正觉，无上那就是有吉、你也可以说到了顶端也可以了啊、因为成佛了嘛、没有再上去了，就是到最极端。又曰，又曰当然是指弘范里头又有这一个文字说会其有吉，然后归其有吉、那梅曰有梅，不是有梅花对不对啊？诗，你看《诗经》又来，瓢有梅啊，就是瓢梅啦，瓢好像是摘，就摘梅花吧，或者去触碰梅花，是不是这样？应该是瓢，我记得是瓢，对，瓢有梅，落下，哎呀，拍谁？那其实这个就是什么字？你看九阳神功不好好练，哪一招？字形结构兼音义，我就想到什么字？梅花是不是飘落下来？哎，随便你，提手旁改成风嘛。落下跟气流、风动有关，对不对？随便你们啦。所以我真的人开悟之后啊，你看他竟然错成这样子，对不对？怎么变少嘞？他不是云，我这也错，是什么事啊？应该八成不会有，看吧，不听话，你给他读读看，果然就跑落跑个空。这念什么？地或者浊，或者勺。来，地，你看为什么我会念地？白嘛，目的地的地，你看，目的地本来就是这个字，它就是明亮，后来改成白，原来从日光明亮，后来用明白，有吗？白，所以这个其实地的一体字。没有题，有没有地的一体？看到没有？哎，刚刚是不是我才吹牛？你要碰到几个年纪那么轻的，只是一个兼任助理教授，学问就那么好了，真才实学的自己说，平时吹，大家在忙着去赶论文、做应酬、开会，我们把这些都省了，自己用功读书啊。发笔有地，对不对？地曰有地。发一定是什么花，开花的意思。我这开发开发不是有这个，所以发花就是开花嘛。所以开发东西，开发土地是同义副词，开就发。有时候古人比较，至少那个时代人习惯用发不用开，我们现在用开，懂吗？发笔有地，表示这个花开得很灿烂，大概是这样。当然我不一定对我们断章取义，顾名思。望文生义读的啊，山宅曰有，山有宅，哇，你看还可以插在中间，所以它放在后面都是特殊的。山宅虽是山有宅，山郡曰山有郡，这个很重要，这个进阶版的，所以你看它那个层次有没有这个变形啊？对不对？更进阶，更变形了，所以它放在后面再谈。他就举例子，《书经》里头有。立正篇他是说乃用山有宅，就是乃用山宅，客即客，客即宅，我们用他这个即。曰山，这我不知道，所以不敢改他的标点，他这样就尊重。曰山有郡，客即郡，不知道是什么。所以山有郡就是山郡啊，
那三四曰三有四。诗经十月之交这一篇里头有说啊，有这样的文字写着，所以可以翻成写着或说都可以啊。因为毕竟是书面语言嘛，你说说怪怪的，这当然是文学语言的用法啊。你也知道我在讲什么啊，就不一定要说写了啊。择三有四啊，就是择三有四，就是择三四啊。啊，那说经者，这里就要句号啦，就讲完了嘛。最后一个说经者就解说经，就像我们这个叫说解的，我们教材叫说解，讲好几遍不修给你看，然后自己下载看我们档要。解说经文的人，谓喻，谓小喻嘛。我们说家喻户晓，对不对？所以喻就小，谓晓得主持之力。来，我们用他那个一体字，没有这个字啊，好吧？这个力就是这个力的一体字啊，就好像这个列，也可以写这个列。这个现在就没有，我记得好像有，好吧，没有就算。哎呀，那么力，因为歹就有了，歹一定有，这怎么会再给我漏气了？歹就是这个字，那么，所以他从这个偏旁你自己看，谓喻主词就是把词字词，这个主是罪。连缀起来的意思啊，所以要念主。主词之意就是构词啊，造句的古人造句的习惯，或者说我们说条例啊，像法律里头也有先例啊，有什么，对不对？那都叫例啊，大家常用、经常的习惯约定俗成。那往往训为有，你看常常，这不就在批评我们课本吗？往往。训示嘛，啊，训诂，解释为成为有无之有，对，有无的有，失之有失之原矣，失误了嘛，错了，对不对？失去它的本意，啊，失之，那这个我们给它移到这里，或这一样，没有弄错，啊，以前文言曰。获知者，啊，这个啊，不管这里让白心篇，竟然看到这个，给它挪一下。啊，一般我们是这样比较对嘛。好，那我们复制这里给大家参考而已啊，讲解也讲解过了。嗯，这次就很规矩了啊。好，你看这个不就骂那个吗？我们给它标，啊，一样，这里要。等一下，一样贴过去的时候，我们就用它这个格式。先把它转成那个文字，表格转文字，定位点就可以。看到符号吗？好，然后再把它旋起来，前后加刮胡。因为有时候贴到我们那个那叫什么石敬秀的时间轴啊，看一下，这个不要，好，你看有几个老师给你这样用功的，对啊，这我们就选这个就好了，保留来源格式，啊。保持来源格式设定嘛，啊，贴上就变这样，是不是？那我们就标这个一样，对不对？往往，这多好啊，是不是？就是这样嘛，啊，这个把它放大字，啊，不用我们骂，他已经先骂了。是不是？怎么可以视为有无之有呢？对不对？好，很好，好，
这里就我们做个下面那个书签，它下一层的嘛。现在是第几层？第五，那这个应该第四，对不对？看一下样子，对，它下一层。王林之金钻石是钻石，哦，汉语大词典就不用了，哦，可以了。汉语大词典，哦，然后王林之金钻石的有，好不好？不要再有就是有没有，你看人家都讲那么明白，啊，哦，失之矣，拜托，对不对？我们加个惊叹号，对不对？好，那我们这三个钟头多了啊，正好，好，这样就 OK 了哈。把这个强调讲一下，千万必有尊严。我们用另外一个眼神，这很重要，很重要啊。就读错成什么动词，所以你们要不要练九阳神功，看你们自己了。啊，讲破嘴巴也不听，啊，只会在那讪笑，有那个功夫时间去讪笑怒骂，啊，为什么不肯好好用心去体会老师讲的有没有道理，是不是真理？那接下来就复归而知好理，啊，这个跟前面有呼应的，所以应该在一起讲啊。休息了也不早，啊，十点。好，大家道业精进，早造业多念佛啦，智慧增，福慧增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